哎呦，侬搿只有点烫哎，帅哥！我现在担心侬等一下会得。你包水了。那水热勿烫？还可以，还可以。中间有没有？天热。好了，阿姨知道了，行了。中间有没有吗？他扎皮是这样的。不要，我来。我手机。喏，阿登，坐着。阿登，弄个吃。我手干。哎，阿登。扎啤先来一杯，一样扎起来。哎，老是露哪哪头，相当不好。小朋友来，这也是个男人，不要紧。好，第一个小朋友等起来坐。那，把你的鞋拿过来，把你的鞋拿过来。哎，也是。去吧。分享一下吧，哎，分享一下，能分享给我了吧？那我分享给你了。好的，我来分享。先分享一下啊，这个叫谁呀、啊？要么先叫个女球迷来亮亮相吧。你看叫谁？小周了。明姐，明姐，你家叫啥？小周啊，小周了还对吧？哦，小周了还对啊，可以，小周。我请嘛，侬自家请。哎呦，侬喊不动伊了。哪一圈？我请。嗯，找我哪一圈？哈哈，哪一？我没选。行，行，哪一？我选，我选。妈妈还差几个？终于有个人请了啊！还差几个？没有了，就这么多。不要你拿，你会把杯子摔掉的。好久没有喝酒了，最近健身。你会把杯子打烂的，听话。好，来了，那么我要娘娘。我来你们是啥、我来分享了。好，我的饼子啊，还是小周大方一点啊、哦。我来讲，刚才讲好了，说上镜就上镜。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Hello， 大家好。有胜利的，今天对不对？战斗，整场战斗。对。今天到底战斗不会很累啊？今天没有对手啊。我觉得无论是哪个球队，都要把他们当成对手啊。哦。这是一种对球队的尊重。说得好，说得好，漂亮啊！啊，漂亮了吧？认得吧？都认识吧？啊啊，小周啊、哦，认识的啊。来，先掏一株老虎，打个六六六。没结婚啊，没结婚啊，没结婚。哎，冷惨了，侬已经结过婚，小娘家都了，侬六六六，侬好意思啊？啊？啊，今天开心啊！所以今天直播之前，先把翔哥赶走啊，让我们小周周来啊，来亮个相。小周周也不是第一次。你们这个碳烤羊腿是要称两斤是吗？对，差不多啊。这没有标准，或者多一点少一点都没关系吧？今天小周感觉就是说啊，这个有没有一种主场的氛围？有，对吧？再接再接。因为我知道我们来远征的远征军们嘛，拿出了100%的战斗，我们会好当成主场来打。没有错。啊，今天不管从球队也好，从我们球迷也好，都好像觉得好像这好像就是就像奥体就像八万人一样哦，啊，就是说就是说苏宁队，哎呦，你很烦啊，这个女人。没事，我们愁得要死，一会儿好的。
啊，这个不管是苏宁队他的这个今天的士气啊，就像在他在踢客场一样。我觉得他们心态上有问题。嗯，你说是哪次？他们的一开始的话，刚进球的话，我沃尔克抓住了机会，开场仅77秒进球。对，我觉得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就是心理上有压迫感。当头一棒。对，当头一棒。嗯。然后心态上发生扭曲的时候，你看李阳20的那个伤。嗯，对，是。我觉得只是这是真的心理之中的担心啊。这个受伤的情况呢，我们也看到了，还算好，对吧？那时候是皮外伤。但是呢，就是说，首先来说呢，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啊，我不知道小周同意吧？我觉得。这个我觉得，那你听我说啊，我的逻辑是怎样的？就是因为70多秒，浩克进了一个球，然后紧接着杨思源把他们一个红牌搞下去，基本上是定局了，对吧？大家同意吧？啊，没问题，就1-0一个红牌，就这个比赛就基本上就结果就已经定了，啊，就是赢多赢少的。那么这个红牌，这个是杨思源为球队做出的牺牲啊。当时我比你们离得近啊，对不对？嗯，我是看得很清楚啊。叶重秋呢，不能说是故意的啊，但是这个动作呢是肯定是违反常规的，这个脚是直接往了脸上去蹬过去。但是呢，问题在于哪里呢？杨世元他不补，因为我觉得这就是杨世元聪明的地方。对，这是我们啊，就是我们这个球员啊，也不能说是。不能说是一个智慧，而是他常年养成的一个踢球的习惯啊，啊，非常的，就是我以前直播的时候说过，我们上港队啊，我们这个球队和球员啊，就有点看上去有点傻，对，啊，当时我跟老胡在我们在坐在一起，我就说了啊，换了这种老球皮啊，他肯定就躲了，躲掉了。绝对的躲啊，对吧？哪怕侧身，对不对？也不让你在我迎面弄一下，对不对？我把侧面让给你，但是杨思源他就是冲着鞋子就钉鞋，钉子啊，上面是塑料的归塑料的，但还是钉子啊，啊！而且还有一次很危险，就在下眼角，就在眼睛下面，差点眼睛，好像是从上拉下来的，对不对？然后把衣服都拉啊，这个就是钉子，对不对？应该是铁钉，啊，铁钉啊。啊，给你看一下，就是说像这样一个啊、勇敢的动作啊、哦，我相信，尤其像小周这样的美丽的女孩子啊、哦，应该是啊、心里面都希望将来的啊、如意郎君啊、哦，是有啊是应该是具有这样的勇敢，就像电影里所说的，对吧？啊，我的梦中情人有一天会踩着五色祥云来迎娶我。他说的是什么？是孙悟空呀。孙悟空是代表什么？代表猴子恒大啊，不对，孙悟空是代表勇敢，对不对？是代表勇敢，对不对？机智啊，聪明啊。那我相信我，阿拉说这只飞死对吧？将来寻个老公肯定也是集智慧与勇敢于一身的，就像杨思源那样，对不对？对吧？杨思源不一定看得上，杨思源那啊，对吧？阿拉说肯定也是啊，同意吧？大家同意吧？同意打个一啊，同意打，这就不要打一了。哦哦，到福士德说了，原来这是个相亲节目。下个星期六，对，下个星期六，慢点，我等。帮球员解决婚姻啊，其实今天我相信啊，就我们还有好几个女球迷啊，在大师啊、敏捷啊，他们都在外面。我相信他们都今天都比较嗨，也比较累啊。小周我也看得出来啊，非常的疲劳，非常的疲劳。这个时候，小周今天我在他后面，他战斗一场啊，从开始到结束一直在战斗啊，很辛苦的。他不是光是什么摆设一下花瓶，他是真正的战士，你知道吧？啊，战士啊，很不容易。所以球迷也是英雄，对对。对对，今晚两个位置，我们的位置上去已经是小周我知道，那因为他们已经占了。小周呢，他因为长期就是密中间啊，他已经是口碑非常非常高了，因为他颜值高，所以呢，在八万人呢也始终是在第一排，在第一排啊，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啊，优势啊，不是优势，一定要战斗的呀，不能站在第一排在那可不可以？对，所以他无数次的被记者的镜头抓到啊，但是。这个也是说明他是一直在颜值啊战斗
战斗精神了啊！因为我觉得上港球迷越来越多了嘛，无论是男球迷还是女球迷，大家都是有一定的这个。对对对，对，就是说，战斗很辛苦，对不对？那么现在战斗结束了，那小周也好好休息啊啊！就希望有一个啊，有一个年轻的配得上小周的帅哥啊，如果这个时候在我们这里的话，那就很好了，开个法拉利，等一下把他接到长江边上。啊长江边上啊，这吹吹风啊，这样的、啊、心情愉快，对不对？看看大桥，长江大桥啊，这个看看，对对，江上啊，渔火点点，对吧？好，你继续。非常好，好的，哎，小周先休息啊。来来来，三个。哇，小周年龄没少。嗯，真的呀？你没切，你没切。马上。马尔。哎，别米切宝宝，今天三哥都说说，三哥好像嗓子好了是吧？啊，我嗓子好。上次好像那个嗓子有点，喊了一场，一下子把嗓子喊哑。今天没喊。啊。今天这一段。今天我看你好像。我这个人呐、啊，很懒。啊。不跟你们五二四不一样。啊你们是憋足了劲跟我喊的，我呢一般呢是不喊。啊。今天你在我们边上好像啊，你看我45看18看台24看台看到的就绕着走，怕被你们认识的人带走。哎，三哥来坐一会儿好了，老崔要叫你来坐一会儿。但是啊，德比啊，那是我是喊破嗓子的，这个是有一句把声带都喊坏了，只有德比声带都坏了，只有德比满腔仇恨。今年只喊这一场，能打4-0不打3-0，是吧？就这种态度，就跟那个王胜超一样啊，王胜超对吧？对你看他都是激动啊，对，那个球吹的他都是激动啊，就是我激动，怕一下。能打赢3-0啊？就打过啊！而且那两个吹的都是好球哦。对吹的不是王声昌这个动作啊，我们现在来说说没关系，对啊，就是说之前的话是不能说啊，尽量不去带这个节奏。已经也过了啊，就是过去了。王声昌这个动作呢，其实呢，我认为呢是不对的，对不对？你应该冷静。这个完全是一个出格的动作，但是就证明了什么？我们的球员在德比的那种焦虑的心情。就是一定要吃掉对方。嗯、哦，我们球员也有焦虑啊，打得你越惨越好，知道吗？当然焦虑啊，对手焦虑，我们也焦虑啊。那不是这个焦虑，就是说一个争胜的心理呀、啊，对不对？我一定要赢呀、啊。上海太好大，啊、我就能打你，能打你三个，绝不打你两个的，对不 对, 对？这样的一个心理。对。我说他这么激动干嘛？三哥，我给你摇一个，好。三哥说两句，就有点累死了。我是今天下午1:40从上海啊火车站啊坐高铁啊1:40从三哥稍微休息一下啊1:40从上海站过来到球场是4:30啊4:30嗯啊不卡大家觉得卡不应该卡大家回复一下看看卡不卡闲老卡那个古啊。李克尔梅也说卡，哎，怎么都说卡呀？不可能，我们有点卡，有点卡啊。我们是现在是用的 WiFi 啊。那用流量吗？流量反而卡，刚才我就用了。这里信号不好。你是什么？你是移动还是？用 WiFi 有电信。是电信的。要么用流量啊。这里的网络是确实不好，你看网络只有2格。那要么用我的吧，啊、用我，我给你分享一下。我是移动的可能稍微好一点。我看看啊，连上去。啊，稍微等一下，我们看一下这个网。卡的话就，现在好了吗？现在还卡吗？最近怎么了？江苏卫视啊，好了，用我的网络好。嗯。啊。哦，不卡了，那就好了。现在是用我移动的网络，看看是电信可能有点卡、啊。好 ，OK， 啊，那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就好了，我们三个继续。啊，因为我刚刚看到有人说卡，所以我特地把后面擦一下，啊，擦好了，擦掉了，全部擦掉了。我这样去后面放个东西，给它靠着。好的，这样靠着就 OK 吗？食物糖吗？好糖，有没有吧？我糖，温的。Nice，OK 啊。Nice 啊，我的这个移动网络还可以啊，我的移动网络还可以。
三哥这个，三哥你的这充电宝在充是吧？嗯 ，OK， 那就没问题。你在充啊？就怕直播的时候突然没电，这是很尴尬的事情。这个得用了，要笔记本。啊，这个没喝过吧？没有，没你没喝过。对，好点啤酒。哎，润润嗓子，嗯啊，开开嗓。想想喝呢？啊，这个给你。哦，我就喝饮料吧，我给你。赶紧喝饮料。哎，干锅奥斯卡的事情有眉目，奥斯卡什么事情？奥斯卡什么事情？啊，奥斯卡什么事情？续约了，续约。不能，这个不能说。这个不知道，这个不能说。我知道也不说。哎，知道也不说。这个就不要问了。这个直播不能讲啊。我们呢，接下来呢，下半年呢，任务很重。都是客场。啊，就是说很多的比赛啊，亚冠，而且已经俱乐部已经说了要三线并发。三线齐头并进。啊，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压力很大，所以呢，不要再去啊，有什么啊啊。这个要出什么事情啊？就是一些啊，就是说去关心一些比赛以外的事情。对对，电闪雷鸣已经结束了啊，电闪雷鸣结果也已经有了，已经闪好了。后面再可以可以可以，外援不会下窗，还有几天，还有半个月，对不对？啊啊，还有十八天啊，那个外援呢也不会再有，对不对？内援呢有了，就算有的话呢，也不会是主力。啊，也不关注，对不对？所以说呢，啊，对，那基本上呢就这个情况了。嗯，哎，三哥，你说这个电闪雷鸣是不是我们这个节目说出来的？本来可能不引援的，给我们说嘛，说出来了。本来就有是吧？啊，把它拿下来。特别是我们战胜了全北以后，嗯，这个事情就越来越对吧？没说错嘛。啊，预测还是蛮准的，我们。啊，小熊自己解决掉，对吧？小熊也解决掉了，这好像都是利好嘛。啊，基本上我说的三哥说的东西，对不对？就是说第三联名大前提是什么呢？要过全北，过了全北就有。然后后来呢，蹦出来一个规划的事情，就是说什么呢？我又说呢，要有外援，必须要满足小熊的事情，要处理掉，对不对？如果他续约就没有了第三联名，如果他不续约，那么会有。啊，反正这个电闪雷鸣就不用谈了，这个已经是过去式。那么三哥，我想问个问题，就是说今天我们这个比赛啊，我们小熊已经解约了，然后阿赫尼呢还没，还没来，那么今天等于是我们少了一个前锋，外援前锋，在这样的情况下，上了艾哈，你觉得今天他这个比赛啊，有没有感觉我们可能少了前锋以后，对我们进攻上面会有什么影响？不会啊，李胜龙。啊，很非常中规中矩啊，李胜龙啊，今天进球的好像是浩克，那个张卫，对，还有奥斯卡，对，还是很好的弥补了那个前锋没有支点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呢上榜呢，就是假设如果小熊还在的话，那么如果打这样的三外援，巴西三外援的话呢？那么艾哈不在，2017年的时候，在这样的阵型其实是蛮头疼的，就后腰上会出问题，但由于我们有了杨世元，所以这个问题就解决了。那么反过来说呢，当小熊不在的时候呢，上艾哈呢，那吴磊不在了，那好像很头疼。但是呢，因为呢我们有了李胜龙今年，所以这个问题也解决了，所以上现在呢可以说比较自在，比较自在，就反对比较顺，如鱼得水啊。就是阵型的问题呢，不太，只要是大家没有伤病啊，现在最怕的就是伤病，只要没有伤病的话呢，就上岗呢基本上是不太，费雷拉这边不会因为什么好像啊阵型排不出来啊或者这样。现在这个他这个还是比较自如。而且今天三个有个很好的消息，我们三个伤员啊，同时复出了，进入18人名单，对不对？那个首发的魏正，首发的还有两个替补，一个是于海，还有一个是那个叫谁啊？反正没李云军嘛。啊，那副官啊，对吧？等于三个伤员都好了。对。那么接下去就是等李文军了。一个是魏正是吧？魏正也。这个是非常好的消息。魏正今天已经上了，已经首发了。魏正说首发首发了，对呀。今天这个比赛呢，我觉得呢赢了呢也是非常的轻松啊，好像难得有这么轻松的这个赢球。这个赛前就是还没开赛前，我就跟老冯说了，我说这个球今天肯定赢。
为什么呢？一个对方的球迷不助威了，嗯，对，对吧？嗯、另外一方面，对方已经是三场不胜，对，啊，那么士气很低落，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面，再加上无锡的停赛，对，啊，吉祥又没上，嗯，吉祥也伤了、嗯、国家队，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首先从阵容实力上面就有差距了，所以我说今天这个球啊，嗯、肯定能拿下，我赛前的预测，嗯、我果然是。很快速度就进球了，是吧？这个球，对方的这个球是不是能够看出来？就是说，这个一个后腰对一个球队的重要性，就是无锡没有在的话，这个后腰啊拦截的话，是不是就出很大的问题？对他今天的后腰非常奇怪，上了叶重秋，然后的话，就那红白的。我认为的话呢，在无锡不在的情况下呢，正常情况下呢，他应该上的是田一农。嗯，可是没想到呢，他上了个叶重秋。叶重秋呢，当然这个球员也是在中心也是有点水平。叶重秋其实本赛季他好像，但问题对啊，他很久没上了、啊，他很久没上了。对啊，然后这场比赛也不知道怎么想的，他去上了叶重秋。你上有点兴奋啊，然后啊，对，就是一直不能打主力的一个球员吧、啊，你把他突然放到主力上啊，他有两种可能，一种呢就是什么呢，慢热，不适应；还有一种呢就过于亢奋。爆发啊！就是说，是急于想表现，那个动作就是啊，想表现出来，啊，想让大家看到我这个水准的。嗯，结果呢，他这个杨思源这个球啊，对，所以呢，从啊，嗯，所以今天呢，我最大的感触呢，其实呢，我今天看这个球啊，其实你说要很开心啊，不至于啊，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啊，也不知道这个今天在现场的远征军啊。啊，到底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其实呢，我个人呢是有点伤感。嗯，对我也有啊，你伤感也有啊，很严重。不是为了上岗、嗯、啊，而是为了输赢啊，就为了江苏，你们都有吧？啊，为了江苏球迷、啊，不能说为了江苏球迷，为了江苏球迷，我们要关系好。嗯、这个必须要说一下的是呢，就是说嗯，各位呢，我们今天一起来远征，对不对、嗯？也不是第一次了，以前我也一直说的。嗯，这个南京奥体啊，对我们上港啊，上港球迷来说啊，真的是一毫无心理负担的一课程、嗯、啊、嗯。在奥体，我们可以啊，横着走啊，你不是说横着走对吧？这个有点啊，这个有点嚣张了。嗯，对，就是说呢，到什么程度呢？就像家里的感觉啊，就是说呢，在南京奥体呢，我们甚至也可以随便停下来、嗯、找一个。苏宁球迷聊聊啊，聊聊搭讪啊，然后跟他说啊，而且呢啊，今天我是在主队看台的啊，老吴跟我一起在主队看台，就在我们客队区边上。对，主队看台呢有众多的穿着红色上港球衣的啊球迷啊，主队看台有啊，今天主队看台还有上港有啊，有我看到了，这个待遇就只有奥体可以有的，都有。你在中国中超其他14个球队啊，你要是穿着红色主球衣上岗，坐到主队看台去的话，你要有一定的，你要有含一定的风险吧？对对对。唯独是在南京奥体很友好，上岗球迷可以穿着红色的球衣，当然保安有可能会来啊，但苏宁球迷绝对不会讨厌你，不会为难你，这个不是侥幸吗？嗯，算了，好了，我苏宁球迷不会。嗯，但是今天我们看台上也有苏宁的啊，对啊，也看到有两个啊，在我们后面。在我们穿着2015年的那个足协杯的冠军的球衣，所以说没不会有这个正常的。我是说啊，就是正常的球迷文化是什么样的？就是说，任何一个球队的球迷，他任何一个球队对我们上港队来说都是对手。对，其实没有朋友的，哪有什么朋友啊？我早一直表达这个观点。嗯，上港队其实上港队是没有朋友的。嗯，傻傻的。没有默契，对啊，就是说很难去跟人家去达成一个从什么默契去比赛，没有朋友、嗯、对不对？没有默契啊，苏宁也没放过我们，从来没啊，苏宁球队都是朝死里怼的呀，对吧？对吧？今天也是啊，今天也没放，他们也没送，对，往死里怼的呀，到后面就要没能力怼了。如果说，那么同样的，在球迷和球迷之间呢，你要说是朋友。天下球迷是一家人，都是朋友，包括恒大球迷，嗯，也是朋友，嗯，啊，包括申花球迷也是朋友，但是实际上呢，大家都是处于一个竞争的关系，嗯，啊，尤其在赛场上，至少在球场里，对，对吧？我就是要用我的助威声压过你的助威声，嗯，这也是球迷之间的比拼，嗯，但唯独这样的一个文化，在上港和苏宁球迷之间，嗯，这个是
出离了这个一个逻辑。嗯，上港球迷和苏宁球迷长期以来就像一家球迷一样，我今天真的是相当的，不是说感动，而是相当的心里面相当的难过。当看到就是说主队没有人助威啊，当看到就是说上港我们3-0赢了以后啊，然后我们的球员跑到了，首先跑到了江苏球迷的那个主队看台去谢场、嗯。你说这个全天下有没有这种事情？第一次看，我看了那么多年，啊、我也第一次看到。然后呢，就上港的球员到，而且他们而且是主队看台，而且是为什么就是说觉得是伤感？而你有这么大的胆量。你居然你3-0赢了我们，你首先跑到我这里来谢场，这要换了别的场啊！但是问题在于哪里啊？问题在于当我们的球员去谢跑过去的时候，苏宁球迷报以雷鸣般的掌声。嗯，很多我因为在主队看台，很多江苏球迷在比赛还有5分钟还没结束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全部都站过来靠过来了，就是靠到什么？靠到这个我们客队。谢场的旁边、嗯、对，他们等什么？等他们喜爱的上港球员啊，要跟他们打招呼，要跟他们致意，要跟他们挥手。嗯，这就是可爱的江苏球迷啊，就是说我这个真的是不是说感动了，就没办法用言语来表达这样的很佩服这样的情绪。嗯，太友好了啊，太友好了，这真的像一家人一样，就好像就没有这种竞争关系了。这是什么样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历史成因会造成这两家的球迷会像如此的这样的话？那就要感谢我们的三哥，要感谢一下我们的隔壁了。那就是干死申花了。有同一个目标，同一个梦想。对，这个非常感谢江苏球迷，非常感谢江苏球迷。我个人不能代表上港球迷，但是我相信很多上港球迷也愿意让三哥通过这节目来跟江苏球迷说啊，江苏足球不会垮掉，对，这么多年来了，对不对啊，从麦特啊到那个顺天啊，到现在的苏宁啊，江苏足球从这个整个的中国足坛一个小弟弟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嗯，慢慢成长为一个啊，到现在为止已经可以。你们要不要活？嗯，要不要加油？不要加油，走里边过，走里边过，哇，走里边过不去。你们接一下吧，接一下，接一下。老师，我们继续。三哥，我这么多年啊，我因为每一年我都从2013年开始，苏宁，我所有的客场我都来了。他前两年我记得我们2013-2014年啊是在镇江那个体育中心。然后2015年开始呢，是转到了这个叫南京奥体。那么基本上就是说我来的客场，我从来没有发生过今天这种情况，就是说，主队球迷全部在那里静坐，嗯，啊，这个是给我的一种很震撼的一种感觉，因为你要知道啊，三哥，一个那么热爱自己的球队的这个球迷啊，能够放弃自己的助威，有的人甚至不来了，嗯，能放弃自己的啊到现场，那要多大的勇气，嗯，要有多要克服多大的困难，心理的障碍，嗯，因为习惯了每个主场都到现场来助威的，而且很多都是死忠，但据我所知道，今天很多死忠都不来，嗯，所以，我今天在赛前我就发了一个朋友圈呢，我就把那个现场拍了张照片，嗯，啊，我发的朋友圈的标题内容就是说。中国的俱乐部啊，嗯，球员呢，嗯，要学会什么，就是尊重球迷，嗯，因为虽然江苏球迷也好，可能有些其他球迷也好，不管你是哪个俱乐部球迷，我认为俱乐部和球员你一定要学会尊重球迷，你如果在场上你只是为了钱而去比赛的，或者说是为了自己的这个自己个人的利益去比赛的，那你这个球是踢不好，你必须要
永远记住，你在球场上踢球是为了你背后的第十二人，对，否则的话你这个踢球是没有意义的，没有意义的，你踢得再好没人看，有什么用呢？对不对？没有问题，我觉得啊，就是说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坎啊，肯定会过去啊。江苏足球呢，就是已经是越来越好，未来会更好啊，对，是会成为就像江苏的经济，就像江苏的文化，对，会成为我们整个啊整个这个啊这个国家的一个支柱啊，对对对，这就是我对江苏足球的理解。同样的话呢，也希望现在在看的所有的上港球迷啊，看我们直播的上港球迷啊，要记得我们的这个好朋友啊，他们对我们的发自内心的友好，他不是只是对球迷友好，对我们的球队，对我们的球员都是如此的友好。嗯，在对待江苏球迷的这个事情上，我们上港球迷一定要牢记什么？不要像申花球迷一样，用那种地狱的眼光。对对，什么苏北狗 啊，怎么去骂人家？我告诉你，这种人，你如果说你是上港球迷，你自称你是上港球迷，嗯，你还一天到晚把苏北狗三个字挂在嘴上的话，我可以说你就不配做上港球迷。对，滚去隔壁。嗯，就这四个字。对，我们上港球迷的球迷文化不是这个样子。对。我们跟江苏球迷的友谊，这个是经得起考验的，历史考验，啊，经得起考验的。除非呢，哪一天申花没有了，那可能会有点变化。大哥，你这个一讲，我三个申花没有了，这个真的要完了，怎么真的要没了？申花没有了，嗯。还真有可能是降级了，降级了就剩绿地了。没有，互相尊重是肯定的。这个线是14公里，对不对？对，我很少说这样的话的，嗯，因为我个人有无数次的被申花球迷骂过"滚去隔壁"，我说我作为我内心来说是很讨厌这四个字的，嗯，你有什么资格让我滚去隔壁，对不对？对，要去是我自己发自内心的我想去，而不是被你骂过去。但是，我今天说这四个字。就像提醒所有的上港球迷，对不对？不要把一些城府的啊，这种啊非常非常啊非常糟粕的啊，这球迷文化啊，这种不是球迷文化了，甚至于是那种地域文化啊，放到我们上港球迷狭隘的啊这个狭隘的一种理念，我们不是这个样子，土豆片子。反正想说的就这样啊，给为江苏足球干个杯啊！来，我们来一起来啊，为江苏足球干个杯啊，嗯！江苏加油啊！江苏加油！江苏战斗啊！加油！好好好，加油！那么呢，这场球赢了，接下来是17号。十七号对吧？打华夏幸福啊，周三啊，对，华夏幸福是吧？对，周三主场，一周三赛，一周三赛啊，一周两赛，讨论一下阿宝能不能啊？今天一场可以讨论一下阿宝，15分钟嘛，是一周三赛啊。啊，你想啊，我们今天踢完17号踢，这小事，21号又要踢，这个咬文嚼字，两三赛了，这也没什么大不了。对对对，老胡刚才说什么？可以讨论一下阿宝，好，讨论一下阿宝啊。讲个，他们可以讨论一下阿宝吗？等一下吧，先把今天这场比赛说一下。这比赛有什么好说的呢？啊，太轻松了。这个比赛，这场比赛有什么内容啊？1-0跟一个红牌是决定了阿脑，这是场不精彩的比赛，想和同意吧？对，这场比赛没什么，就是很平平淡淡的，就是这样。我们很快就会忘记这个3-0，不会像个什么啊，而且最后上港也就是随便踢踢的，对啊，他70分钟以后基本上就是属于随便散步了，对吧？所以两方都想早点结束。我们换上了胡金航啊，换上了林创义，基本上就是说也就保守踢法，因为对方少了两个人，我们是11打9，对吧？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可能我们就不要把人家弄得收着看，我们也要去打啊，没意思。对对，又不是打这个，我觉得就是佩雷拉在这个方面就是他有经验。我要今天你试试看，今天是申花，我还是2-0，我们其他的7-0随便。
今天不是，今天上港其实火候把握的蛮好，对不对？如果卯足劲踢的话，我告诉你，到后面五个六个都能上，也没有。哎，包括瓜子，瓜子肯定就踢了。瓜子啊，那个 VD 真的是脑子好的。哎，不是 VD， 我佩雷拉8-0是佩雷拉的手笔。打了三折以后，后头是那么以后吸取了8-0的教训，没关系。我觉得啊，就是让他倒来，我觉得啊，就是说，是啊，就是说，恐怕也是他们后卫这个倒出来的，球场倒他们倒急眼了，哎，这其实也是江苏球迷为什么不到我们上号。对，没有去把他们击落井下石嘛。就当人家罚下两个的时候，我们没有往死里踢，对吧？对，其实这是应该的啊。这里有球迷老白。VS 皮皮他说上港纯属了，我也一直希望上港能够这么啊，能够这样子啊，充满一些江湖啊阅历啊，但是好像很难，我们这个球队基本上比较难以做这一点。跟直播啊，那也没什么不好，我上次直播的时候说过的啊，我们就爱这样一支傻傻的球队，傻有傻的好处，对不对？不会去卷入是非，没有乱掐。你或许说你会倒江湖的话，或许会八面玲珑啊，或许啊这个啊河南建业会放你啊，今天发一场，明天放人家一场，但是这个呢，这样的一些啊世界上的事情啊都是有因有果的，你在这里种了下一个因，你不知道后面是什么果，对吧？或许将来你还都还不起，那还不如老老实实出来。对，啊，人生的真谛啊，就在于此，对不对？我们一直说的好人一生平安，这句话包含了很多的意思，就是什么？你做一个老实人，你不去掺和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到最后你也会远离是非，没有办法去找到你。你换的是什么？一生太平。对。那么，那下去就聊聊新外援吧，因为上次节目的时候阿导还没来，对，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基本上已经在预测他会来了，但具体哪天来还不知道。不是预测，基本那个时候已经定了，对吧？就是哪天飞过来还不知道。对。啊，那么今天呢，他飞也飞过来了，然后见面嘛也见了，跌球也跌了。你那天没在现场，我是去看了啊。这个仪式。阿导的那个现在的那个颠球我去看的，这个家伙。真的是那一套动作，真的是、真的是脚法好，而且不仅是脚法好，投球也好，你别说，你别看他在那个欧洲，他不用投进球，说不定到中超他就用头开始进球了，是不是啊？投球真的可以。欧洲的话，投进球啊有点难，因为是后卫人都比较高，后卫身高不一样，但是在中超的话，我们应该没什么大问题，我这么说。聊阿脑呢有两种疗法，一种呢是面上聊聊，一种呢是深层次的聊聊。翔哥，你希望我怎么去聊？深层次的，深层次聊，我抽根烟呢。你要聊聊他的那个历史了吧？听说上港这次办这个仪式，中国第一次。哦，对对啊，这个仪式，这个仪式呢，我觉得呢，仪式办的漂亮。这个仪式呢，就是说，其实呢，也是一说句老实话呢，一个面上的事情。对，那我首先要说的呢，是我先是说说面上的啊，就是说呢，今天呢，俱乐部呢是有这个意思啊，安排阿姆托维奇来看球，希望他呢能有一个直观的认识，就我们的球队这支球队是怎么打法的。对，哦，本来是安排他要来的，来南京坐高铁过来，跟我一样的。那么后来来了吗？他自己拒绝。哎呦，阿脑自己拒绝。因为什么呢？自从上次这个颠球仪式以后啊，他第二天呢就赶去了世纪公园，训练。哎呦，而且呢，从那一天到今天啊，一天。两练，哎呦，那就是六练了啊！干嘛的呀？这一次呢，今天来南京呢，他又拒绝，而且他的意思表达得很清楚，要练训练。他说：“我现在的主要的目标是下个礼拜主场比赛可以上场踢。”哦，所以他要训练。所以我时间很紧，我一定要把状态练回来。调到怎么办呢？就一天两练。哦，这个回答
上港球迷听了十一吧？十一，这是一个非常职业的，而且三个强烈对比啊，沙拉维。啊，沙拉维就是跑到香港去蹦擦擦蹦擦擦了，是吧？搿是差距大了。迪士尼没去了。迪士尼有可能去了。兰桂坊可能去了，兰桂坊去了。不光是上海有。小芳老色一，小芳老色一。还发了张照片，两个小姑娘跑了还。这个呢？啊，真的呀，给张照片。要啊啊，搿就差距。其实他。据我了解，他求战欲望现在是相当之高，对对，相当非常想要礼拜三要登场。对，那么现在的问题呢，就卡在一个注册的一个啊，还没注册好，没有啊，应该早就注册好了，没有，中国人办事还有应该的，金星玉不是来了就上吗？金星玉是什么？对，金星玉好像是来了，对，他来了就上了呀。他就是，昨天就上了嘛，因为我们遇到了周末，也很难说，因为什么呢？就是说呢，可能呢，因为金星玉的事情呢，他可能呢，就是说，那边全北呢，早就在做了这个事情啊，因为最开始的原因就是转会证明什么的，早就在发了。对对对，那么欧洲呢，跟我们这边呢有差啊，交流起来呢可能，而且呢，因为阿瑙这次转会呢，其实，西汉姆呢，铁锤帮的，其实心里面呢是不爽的。哦，他要拖你，拖一拖，不是拖，他反正他，你这很难说，我也不了解，我也不能乱说，不主动啊。就是说，这从分析起来呢，可能呢，就是说啊，这个配合度会不像全北那么啊。那我只能是这么理解。三哥，好像坊间还有个留言，就是说岳父好像上次微博发了，说我们上港队啊。调节费没交啊，所以我们这个阿瑙不能注册啊。按照那个足协的规定，他说呢是这样的，他说是参照2017年的规定执行。那么2017年的规定里面呢是这样说的，就是啊，要按照2016年底的这个财务报表来定是不是要交调节费。那么如果是按照这个标准来的话呢，中超所有的球队都是亏损的，对的，就没有盈利。2016年全部是亏，对吧？那么按照这样来的话呢，就是阿瑙托维奇超过了550万的欧元的这个标准，他也要交调节费，对，对吧？所以怨妇他还专门发了个微博，把这个两个就是规定啊贴出来了，对吧？你觉得是不是就是因为卡在这个调节费要不要交的事？我甚至看到有球迷在贴吧上说赶紧交了吧，不要什么因为什么拖到最后搞来搞去搞了半天影响我们那个上场，赶紧该交的就交吧。中国足协呢是长期以来做的呢就是这种有头没尾的事情啊。三哥你怎么认为啊？听那个制度，我呢比较倾向于怨妇的说法。哎呀，不能注册还要交调节费。怨妇呢他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人啊，他也没有很大的，他好像就是南京人，南京人，他上前两天发了一个小广告，那个南京一家饭店打了个小广告。他是南京人，他也是苏宁球迷。哦，他也是苏宁球迷。对，但是呢他呢在这个转会的这些事情他研究的比较深啊，他是啊，他一直是比较客观的，非常客观的。所以说呢，我认为呢，这个事情呢，我和一些上港球迷的观点一样，早点交了，早点交，该交就交，你也逃不了，对吧？拖拖拉拉也没，我们上港也不缺这点钱，对对 对吧？反正别人也交，我们也。但是还有一方面的观点啊，三哥，就是上次呢，五星体育有个记者，叫杨毅，他在直播的时候呢，就露出来了，他跟马跃说啊，他说。上港是不用交调节费的，因为上港盈利了。那么杨毅的这个他怎么会知道的呢？他也是听某一个媒体人说的，这个媒体人呢还专门跑到中国足协去问了，问了以后呢，中国足协跟他说申花要交，上港不用交，所以他就很生气，生气了以后呢，他就把这个事情呢告诉杨毅，然后杨毅呢就大嘴巴嘛，就在直播里面露出来，做了个大喇叭。那么这也是另外一种方面的说法，就是说足协是说不用交的。那么到底是岳父说的对呢，还是杨毅说的对？杨毅
这啊，小朋友吹，杨毅说的对，杨毅因为说了这句话呢，被禁赛六个月，跟秦升一样，秦升也是关停六个月，他也关停六个月。你很开心啊？我很开心。我现在就问你，到底杨毅是对，所有的还是岳父？我们所有安插在申花的卧底，就被你现在一个一个都卖掉了，卖掉了。申花球迷都、卖掉了，申花球迷在拍手。凡是在申花内部在一直在帮着我们上岗的吴晓辉也好，杨毅也好，那那他啊都被我卖掉了，高翔都是切齿痛恨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到现在就没搞明白这件事情啊。你的意思是他们是帮我们的？当然了，哦，卧底。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说错了。作为杨毅，对不对？他长期以来啊，他根本就啊没有去帮助这个申花的这个球队的建设贡献出什么太大的力气，对不对？他永远是鸡汤，煲鸡汤，煲鸡汤。而且呢，就是令申花球迷的大部分申花球迷的非常的痛恨啊！就是你这个一个跟队记者，还是什么号称五行首席，你啊，你怎么就不能像季宇阳一样有一些自己独特的观点？对啊啊，能够说出一些申花球迷自己也想说却没有管道发声的话，他不说了。他就是永远都是自己的鸡汤啊，输了啊，那包一包啊，为什么会这个申花输球的背后到底透露出什么啊？请啊，请看杨毅说球啊，付一块钱。几个问题是99多啊，要99块。几个问题是由他自己来评估，你这个问题值多少钱？17.6元。是，他是这样啊，这个价格是他自己定的啊，其实可以。那我这么说哦，这个钱真的好赚。跟队记者如果都像杨毅一样，那我们上岗不发达都难。不是，申花痛恨的，我们一定要支持。哎呀，那我要帮杨毅平反了。这么好的记者怎么可以停六个月？低了个低了，这么低啊，这么低啊！你呀，其实你的内心啊是站在申花的对立面，但是呢，你的所有的做法呢都跟申花球迷都在双翼者啊。申花球迷骂谁，他也跟着骂谁。申花球迷恨谁，他也跟着恨谁。我也搞不懂了，我这就是红皮怎么穿在身上？红皮最大的宝贝。哎，有道理啊！啊，这个是，对对对，以后要注意，以后要注意。这个我觉得呢，这个调解费的事情呢，其实呢也不是听杨毅的，也不是听那个岳父的。岳父。那么到底听谁的？就听足协的嘛，就行。啊，他说不交就不交啊，他说交就交啊。阿瑙人都来了，你在这个事情上你去搞出什么幺蛾子也没有必要，也没有必要纠结，就是足协一句话，大家都公平的，按16年的就按16年。对，万一16年就大家都不按16年，这个都是公平的。嗯，但是不对，他如果这样算的话，就是16年以前，那以后永远没有盈利了。那他规则要修改，他规则有漏洞。就是说，你这个规则定了以后，以后的所有你再盈利都没用，因为16年你亏了。是这个意思啊？那这个规则本来就不用定了。我们不去深究这个。扎比啊，扎比！你深究了半天。解释权也在足协，对不对？他到底想怎么解释？他可以解释的啊，对对对，他也可以说我这个条文细节定错了，不是这个意思。你认为足协会召集所有的中超16个球队的球迷代表来开个会，说你们认为应该怎么？可能的，对对。那么按照他常规的，就是一个电话打到深圳恒大总部啊，许老板，啊，许老板，你要交钱啊，你要交钱啊。这事情啊，我们是规则原来是这样定的，现在呢有人提出那样定。许老板，你的意思怎么样？来，我们许老板说，啊，这东西不行。好的，好 ，OK， 没问题，许老板，啊，麻烦的啊，今天就是。调解费我们请。要问许老板的啊，那是。徐主席是我们中国足球的救星啊，中国足球的救星，为国养士，对，嗯，中国足球就是靠他，大恩人。调节费的事情我告诉你大家不要也不用去啊，不要去挤牢你们啊，晓得吧？要交都交，要不交都交，就是同样的规则，对不对？按16年大家都交，一个都逃不了。嗯啊，如果按照啊这个上一年度的上岗就不用交，那么到了明年呢，你们就会看到恒大盈利2块钱啊，申花盈利88块啊，就是大家都来了，88，对不对？这个啊，对不对？这个其实我告诉你，你也没法深究这些事情，对对不对？所以呢，
公平啊，就不要去深究，我们也不去深究，也不要像杨毅那样，好像他妈的一天到晚就对对对，就啊，挤了你个，见不得人家好，哎，对不对？这都是钱嘛，嗯，对吧？对，再说我们话说回来，这个话不应该在直播上说，嗯，我们上广是国企。啊，对，每一分钱都是国家，都是国家的。对，反正这个口袋进那个口袋。对对对，你搞清楚这件事情，你还纠结个屁呀、啊？对对对，反正反正也是国家说的、啊，有道理有道理。这件事情不用我们自己掏的啊，你这件事情想明白了，这个问题我都不想在直播上，今天翔哥特意提起来，这里就交，啊、那里都还是一样要交给国家的，那边也要交税的，一样。有什么问题了？国家的口袋进国家的口袋，没进私人口袋，光荣啊，光荣，为国。捐钱，捐钱，嗯，交税都是国有资产啊，嗯，钱交上去，为中国，然后做为啊中国足球，对吧？这些钱青训用到青训上面，不一定啊，也可以付给里皮工资啊，都是送给中国足球，对对对，我们也可以付啊，也可以付给里皮工资，也有我们一份的，你不能让许老板一个人来挑嘛，对不对？啊，那许老板多辛苦，许老板辛苦了，辛苦了，对吧？分担一点嘛，有道理，有道理。今天这个我们还很热闹，来说阿瑙托维奇，阿瑙托维奇，这个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刚刚你说了，我问我要怎么谈，我说要深入的谈一谈，好吧？深入谈，哎，请你好，喝口水啊，开始，三哥来了啊，三哥开始了啊，来深入谈啊，转过来啊，转过来点啊，跟大家。这个呢，三哥今天跟大家深入谈一下阿瑙托维奇啊。我先整理一下思路。首先跟大家说，跟直播中的所有的啊，上港球迷说啊，这个三哥说的这些东西啊，你在什么董路、季宇阳啊那些啊，都听不到的，徐江那边听不到。啊，徐家的独家，参考消息，独家的，独家 啊，独家解密，独家解密，阿瑙托维奇独家解密。啊，这个要深入谈啊，话有点多啊，对，没关系，希望翔哥呢不要打断我，不打断，行不行？行不行？好，我开始吃了，我开始吃了，啊、你慢慢聊啊。你捧哏的也要捧一下，不要怕吃。我想说的呢是，其实。所有的上港球迷现在都有一些啊，在阿瑙引进的阿瑙托维奇，大家都很开心，对不对？但同时伴随着来的都有一些顾虑，就是说这个球员到底水平到哪里，他的特点是怎样的，他来了以后上港会用怎样的后面的比赛，主教练会排出怎样的阵型啊，怎么去打，对不对？甚至于呢，就是说，这个啊，他的性格啊，他的球场外啊，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跟我们球队里面的这另外的一些外援，甚至于包括内援，是不是可以融合起来？诸如此类的，对不对？我刚才说的，就是这球权们就包括场上的打法了，对不对？我刚才说的这些啊，我相信这都是大家的这个疑问啊。那么我想这么来说啊，其实呢我也考虑过，这在官宣以后到今天啊，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些问题啊，有些问题看上去呢是比较重要，比较严重的，但是呢我自己呢也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啊，所以今天呢也给看直播的人呢分享啊，就是三哥的这个我们这个上港球迷客栈的这个节目啊可能稍微偏向严肃一点啊，稍微有点严肃，然后呢多的说的呢是一些技战术上面的一些东西啊，不是骂人的节目啊，对对对对上港踢得那么好，也没必要去喷骂人，没必要骂人。我们也没人，现在也不能骂了，骂了马上人家要打儿子电话了，马上要来了，警告你了，不能乱讲啊，不能骂，现在也不能骂了。上港，好，继续。这个话呢说起来，大家耐心一点啊，要听我说完。今天直播，我列的题目是。啊，我们的标题是什么呢？翔哥也不知道，知道了，我看到了，看到的啊。说8万人上要徘徊在徘徊着8万人上空的幽灵。
这个标题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啊，我相信看直播几万人，没有一个人知道，没有一个人想得出我到底想表达什么。嗯，所以这就是我说的独家的一个观点啊，别处听不到，听完以后再来评价我说的对还是不对。那么，啊，阿瑙托维奇来，作为啊我个人的啊一个结论啊，对阿瑙托维奇加盟上港，上海上港，我给大家先定一个性，定一个结论，就是这是一个非常清晰明确的标志，标志着上海上港足球风格的形成。哦，足球风格，什么风格？阿瑙托维奇加盟上港，这个意义是相当之大，相当之大的。看面的人只会看到什么？走了个小熊，来了个阿瑙，中锋级别上去了，啊，水平提升了，上去啊，级别提升了。啊，都这样的，短板补齐了。错，不是这样的。说句老实话，阿瑙的风格、小熊的风格还真不一样。不一样，你们都知道的，对不对？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啊！你要说水平高，其实小熊有一些优点，阿瑙还真没有。当然，水平是肯定阿瑙的，这个没得话说。对，这个是没得话说。但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一个球队啊，尤其是中国的中超球队，如果这支球队要成为一支我们平时说的底蕴球队，或者说一个非常有竞争力的球队，那他必须有自己的风格。对，确实。我们来看啊，很简单，北京国安，对吧？这个是你，我还是这句话啊，你不要往下看，下面一天到晚在保级圈里混的，他没有风格的。他今年怎么踢，明年不知道怎么踢，换了个主教练，换批球员就变了啊，他就全变了。但是中国足坛，有那么几支球队，他经过20多年的在这个啊联赛的洗礼。他早就形成了自己一个独特的风格，他这个风格不管你换哪个教练来，他改不了。他的精髓在这里。这几个球队包括什么呢？包括北京国安、山东鲁能，还有前几年的上海申花。前几年，现在不行啊。北京国安是不是小快灵啊？小快灵。从金志扬带北京国安开始，他就刻意去让北京国安形成这个小快灵的风格，而且这么多年下来他没有变，一直到现在他还没变。虽然施密特来了，引进了最先进的传控打法，但是他所有的球员的特点你感觉到吗？就是小快灵啊，不管是张稀哲，不管是姚晨，不管是池忠国，不管是李磊，他就是骨子里这些球员他就透露着一个小快灵。啊，那还有一个巅峰的比埃拉，对吧？他这个小快灵的啊，到极致了，对不对？啊，不进啊！等一下，让他说完。那你怎么样？等一下，当都是你来搞。那么山东鲁能啊，山东鲁能很简单，就是什么？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山东鲁能就形成了什么？两翼齐飞，高举高打啊！这个人很烦，把他赶出去。两翼齐飞，中间开花。啊，没有，他其实两翼，他两翼飞不飞？啊，他两翼飞不飞，根本就不重要。他是有他中间的那个塔，他一定要在。啊，我们回头来看。94年，啊，职业联赛开始，啊，然后一直到什么？一直到2000年，整个的上世纪90年代，他山东鲁能，啊，山东队，他的头牌是谁？韩鹏，苏茂贞。苏茂贞啊，先是苏茂贞，
啊，不懂啊。没没没，我前头没听到侬讲，侬讲阿里什么年代前头没听说。然后宋茂端退役以后，进入了二十一世纪以后，他来了个韩鹏，这两个人包揽了山东鲁能的主要的进球，主要的进球。对。然后呢，韩鹏之后呢，他高塔没了，完了。嗯嗯，不会。来了个成绩开始下滑了，打不来了啊。他也试图去转型，那个时候李俊宇他们在的时候啊，也可以，但其实他改不了骨子里的什么，嗯，这个高举高打。对，山东大，山东大，那一直到什么呢？后来他没有人呢，那么下面有啊，郭田雨啊，太小啊，对不对？那么怎么办呢？买佩莱，佩莱啊，佩莱一个不过瘾，还是再来个佩莱，佩莱尼，佩莱尼都是高，吉尔，山东鲁能高举高打，上海申花呢？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在徐根宝的带领下，养成了什么呢？强臂接强者啊，接强者，海派风格啊，强臂为接强者。接强者是后面啊，接强者是后面。其实接强者没有，他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根宝呢是六个字，是什么呢？强臂为快向前啊，没有接强者，接强者是后来在崇明啊，崇明弄到的，研究出来的啊。但是呢？这个抢逼围呢，其实抢逼围呢，你打得狠了一点的话呢，这稍微呢就有点变质了，这就造成什么呢？朱俊接手以后啊，把整支球队啊引进了大量的东北球员，有点脏了，就是把整支球队啊，这个其实根宝的抢逼围啊是建立在什么？建立在南派球员的啊这个细腻的技术的这个层面上啊基础上，嗯。再加上，但是后来的上海申花呢，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一支北派球队，粗犷啊！那抢逼和抢被打到后面呢，就只抢也不逼了啊，就抢死你啊！然后各种手段抢，抢到我抢，踢得很脏啊！所以呢，申花呢，他后为什么今天啊，今年会到了保级？就是什么呢？他把自己的风格丢了自己的根，没有了灵魂。如果他一直坚持南派技术打底的抢逼围的话，他不至于到今天这个程度。对，啊，那么这些我刚才说的就是风格。嗯，上海上港的风格是什么呢？有没有呢？从东亚开始到现在，有啊？有没有呢？有啊？什么？抢逼围接传传，这是什么风格？徐氏风格呀，徐氏风格是什么样的风格？我到现在也，其实接传转就是我们世界上所流行的一个传控的传控的啊。但是上港打得出来吗？打不出来。上港我觉得现在就是一个徐根宝只是一个理想，打围水啊，他希望什么？他希望大家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但是上港从来没有打出过真正的传控足球，包括博阿斯时代。嗯，上港这支球队从东亚到上港，在中超啊，其实我知道也是球队也是一直努力想形成自己的一套风格，但是呢始终呢差口气啊，始终差口气。你说，而且作为我的判断呢，就是说其实抢逼围啊到了2010年以后啊，其实已经是一个比较落伍的一个足球理论。根宝后面自己也在反省，厉害，那都是在立防守啊，对，立防守，对，对，阵型布置。以前的九十年代的申花队打抢逼围呢，它是主要是在哪里呢？在中场。嗯，当你对方球员拿球了以后啊，三四个人围加，现在你再打看这种战术啊，这没用了，把你穿掉了。现在你打打看，你死都不知道哪里死了。对，是啊，对不对？所以啊，同样的，上海上港没有形成一个风格。那么广州恒大啊，我们这个七连冠的这支球队，他有没有自己的风格呢？对，也没有，他没有形成自己一个独特的风格。他的风格是什么呢？就是靠个人能力，他拼命买最强的能力最强的人，每个位置都最强啊，最强的人，然后呢看你们的，靠你个人啊，靠你们的能力发挥。对，哇，
他靠挖啊，刘尊就是乱挖，没有什么，我没有什么风格，我就是把最好的人集中在一起，所有的位置，所有的位置都是最强的啊，超级啊，真的能讲，除了门将，中国里面最好的啊，以前没有没有，郑成也最早门将也是郑成最啊，门将现在是所以广州恒大，你说他攻强吧，强，守强吧，也很强。他到底攻强还是守强不知道，都强，风格也没有特别的风格也没有啊，没有的，没有非常特，没有很明显的攻守，真的没有啊特别突出的点、啊。你说他是广州的球队，南派的最南派的风格有吗？没有，富力，那富力有，那富力有，广州的风格就是富力继承了，对，以前广州富力真正继承了南派岭南风格，对啊，就以前胡志军啊他们这种，是吧？广州恒大是无风格的。但是呢，他是靠什么的？靠钱、位置、靠堆积、堆积的。对，就是说你打不过。他其实球队里面很多也是北方人啊。对啊，对吧？郑智啊，什么都是张林浦啊，啊，都是北方人，北方人组合在一起。嗯。所以，那么啊，我们上海上港，为什么我今天要说阿瑙托维奇的到来？嗯，在这里要画一个句号。哎呦，要形成自己的风格，已经形成了，要定型。哎呦，嗯，什么风格？你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举个例子，就拿洗脚，拉萨的。说的带劲了，抽根烟。哎呦，帅哥又要加你了，阿拉稍微转过来点啵。多点肉啊！啊啊，帮帅哥弄点肉。我。啊，本质嘛都是。啊。哪个肉？来个表，来个表，来个表。来三哥吃一点，吃两口，大家稍微让三哥缓口气啊。稍微三哥呢，帮三哥弄点肉。啊，三哥讲了，兴奋了，要吃，肚皮饿了啊。好险，现在啊，对对对，啊，我们这里也说一说要形成皇马马竞的风格，皇马的风格啊，到底什么风格？等一下，我们让三哥来给大家揭晓这个答案啊。利物浦的风格，今天我说的这一段啊很重要，非常非常重要的，比我跟翔哥从第一次直播开始的所有的直播里说出的这时候会捋上这么门子啊，今天是正儿八经的啊，今天我说的是足球理论，知道吧？所以呢，女球迷要睡觉的就去睡觉，你们听不懂，女球迷知道吧？对足球有狂热爱好的留下来好好听啊！那马上门口几个女球迷要冲进来了，外面听不到，外面听不到，知道吧？啊，其他节目听不到的啊，不到。其他节目要么就抹抹您，对吧？要么就煲煲鸡汤，对吧？抹抹您啊！我们是讲这个足球理论啊，足球理论。嗯，啊，有的人说是什么防守反击，嗯、啊，什么齐达内啊。好了啊，三姑，你的鼓号了，你的鼓号。这个不要紧，长一点没事。今天反正有的是时间，礼拜六啊。好，来什么样的风格？嗯啊，那么我要跟大家说的是，现代足球啊，我们平时所说的现代足球，现代足球，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道界限，嗯，这是什么呢？这道界限是来源于哪里？来源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荷兰全攻全守、啊、在这之前呢，攻是攻，守是守，攻守就像打橄榄球一样的，攻方教练，守方防守教练，攻进攻教练，但不进攻的人是一批，防守的人是一批，两个人学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对吧？啊，进攻就是啊，以前老师英式的 WM 式，对吧？前面五个不回来的，后面五个不上去。中场线就是分界线，嗯嗯嗯，它永远是这样子的，一直到什么？一直到荷兰，啊，七十年代的荷兰，克鲁伊夫，嗯，啊，伦森贝克、内斯肯斯，靠这一批球员，啊，引领了世界足球的一个大变革，就是什么？全攻全守，嗯，卫冕之王，然后呢，这个风格呢？在荷兰队初创，后面呢有一个非常非常坚定的衣钵传人。这个衣钵传人呢是一个俱乐部，跟大家互动一下，告诉我这是哪个俱乐部？哪个俱乐部继承了荷兰、啊？哪个足球俱乐部？嗯，有没有人知道？看看啊，
啊，大家来说一下，报一下，看看有没有。来，我们也这里也可以说啊，巴萨，巴萨，对，啊，已经在这里啊，这啊，西班牙人也出来了，这个吴磊，这个吴磊，吴磊一大师，巴塞罗那啊啊，巴塞罗那，他彻底的继承了荷兰足球的这个这套成功拳手了啊，这是什么呢？尤其是什么呢？他从上个世纪啊，1988年开始，克鲁伊夫做了。巴塞罗那主教练，而且他一做就是九年，都很难很少的。世界上有一个俱乐部的主教练是做可以做九年啊，嗯，在主九年，他没有并没有给巴萨带来非常辉煌的成绩，但是却打了底子，就是把这个球队的这个风格给形成了。一个教练带一个球队带九年，他肯定是把自己的所有的足球思想、足球理念都注入进去。对，接下来克鲁伊夫带了九年以后。又来了另一个荷兰人范加尔，他带了巴萨带了整整四年，都是荷兰人，一直到什么？一直到里杰卡尔德，荷兰人让巴萨形成了。为什么到里杰卡尔德的时候，我们把巴萨称为了宇宙队？为什么？他已经彻底把这个风格给彻底定型了，而且是发扬到了极致，就是什么？崇尚进攻，依靠传控。牢牢地把球权控制在自己手里，嗯，控制球权是什么？两个字：进攻，进攻，进球。嗯，对吧？大家对啊，对足球都是啊，都是有些理解的啊，应该是应该都能认同。我们这里懂球的球迷很多哎，很多的，很多的啊，懂球的啊，球迷很多，嗯。那么。说这一段啊，把这一段就是说世界足球的发展简要的说一遍，然后说到巴萨，为什么为什么要说到巴萨呢？就是因为接下来要说的，就在这样一支啊如此华丽、如此崇尚进攻的这样一个啊非已经形成固定的风格的，可以说是啊引领着世界足球的潮流最啊最尖端的潮流的这样一个队伍里呢。出了一个叛徒，出了一个叛徒，背叛了这个风格，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们中国的啊，武林泰斗是谁？是哪里？啊，大家都知道，少林寺。啊，天下武功出少林。对不对？但是呢，少林寺。啊，在少林寺的历史上，他也经历了一场劫难，就是什么呢？他的厨房里啊，出了一个火攻头陀，这个大家知道吧？哦，对，火攻头陀，那个，这火攻头陀呢，它是什么呢？它是因为呢，因为少林寺规矩很严，他有一个专门有一个监厨僧，啊，专门监督厨房的各项运作的这个僧人，啊，算他们的这个啊总管总厨师长，啊，对。然后呢，这个火攻头陀呢在里面打杂的，经常被这个监厨僧打，打着打着他痛恨，所以呢，他花整整20年偷偷练武功，练就了自己的。一套啊，他偷学少林武功，但是结合自己，因为他的那个练的武功是相当实用的，相当实用的。他是什么武功呢？就是监厨生打他，打他头他就爆头，打他脸他就无脸，就什么呢？他永远处于一个防守的状态。那么然后呢，偷袭一下啊，然后呢，又把少林武功的精髓又。结合在一起攻击啊，他学了一套，他自己能自创了一套能守能攻啊，就是源于少林，但是却高于少林，跟少林完全，少林的武功是讲究的是刚猛啊，是啊，打过拳都知道的啊，黑虎套心就直接是攻的，对不对？直接攻的，但是火攻头陀那个是以防为主，嗯，你不动，防的不动，防中带攻。好了，火攻头陀先说到这里，是打个比方，而真正我要说的是巴萨的那个叛徒，皇马，
这里有人说是穆里尼奥，没有错，就是穆里尼奥啊，小鸟啊，穆里穆鸟，那不是小鸟，穆鸟大鸟，大鸟大鸟啊，穆里尼奥呢，他一样的。他的成长历史呢，就是其实呢，就是什么呢？他其实也是啊，在这里为什么呢？他就是在范加尔时代啊，他所以巴萨的人很恨穆里尼奥，因为他是个叛徒，知道吗？在巴萨内部说穆里尼奥都是说啥？不叫他名字的，叫那个翻译，因为什么？他。首先是作为范加尔的翻译，就像我们谢辉这个角色，他在球队里是这个角色，知道吗？他是范加尔的翻译，后来呢，再一点点呢就爬上去，到一直爬到什么呢？就是说三级助理教练，就第三顺位的助理。好像说他那个范加尔有的时候他是不按照范加尔的那个执行，他自己翻译自己搞一套。不要打断我，那我说，就是呢，为什么呢？作为他来说。他也没好好踢过球，但是呢，他嘲笑他的，他是范加尔的翻译，而且呢，他跟范加尔在巴塞罗那呢住了呢，在隔壁。他可以向这个战术大师啊，范加尔这个进攻大师啊，学到了很多很多东西，但是他却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论，就什么呢？你崇尚进攻，对不起，我崇尚防守。他说是罗布森的翻译，啊，罗布森对。对，我刚才没有把这个历史交代得很清楚。其实呢，这个叫什么？这个那个克鲁伊夫后面呢是罗布森做了一年的，就当了一年啊，当了一年的。那个穆里尼奥呢，他就是在那个时候呢进入了这个球队啊，就是切入了足球。而他真正的学武功，就像火攻头陀那样学武功，是跟着范加尔，是跟着范加尔。哦，他跟瓜迪奥拉同时，罗布森只干了一年，同时期的。瓜迪奥拉。那个时候是巴萨的队长，所以呢，这个三个大师呢，是命运啊，造化弄人，把这个未来啊，如果我们把历史可以倒回去的话，在那个时刻，没有人能想得到未来的三个世界足坛分量最重的这个三个大师，当时是团在了一起，一个呢是主教练，一个呢对是翻译，翻译和另外一个队长，而且三个人呢都有各自的足球理念。三个人的球理念是不一样的哦。然后呢，穆里尼奥呢就经常呢就更衣室啊假传圣旨，这个以前我跟翔哥说过的，就是什么呢？范加尔没来，他就自己跟队员说这个球应该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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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在那个时候呢，有的时候呢，这个瓜迪奥拉呢那个时候已经是队长了，看看不对啊，他们的这个路数不是范加尔的路数，就会提出异议，然后两个人就吵，马上就吵，那个时候就开始吵了啊，吵啊，后来也吵，现在也吵。跑到中超也成，一直在吵，你不一样，为什么？他们两个都是对足球有深刻理解的。好，我们先不谈瓜迪奥拉，就说穆里尼奥啊。然后呢，他师出巴萨，学的都是巴萨的那套，但是他离开巴萨以后，他彻底颠覆了巴萨的那套东西。然后就是什么？他的足球思想，简单来说两个字：实用。防守瓜迪奥拉，而巴萨也好，有道理啊，到瓜迪奥拉也好，美丽足球，华丽，是完全不同的这个两个方向。对，瓜迪奥拉啊，然后防守对吧？穆里尼奥我们都知道，他在波尔图成名了，他成名是在波尔图成名，然后呢到切尔西，到了切尔西，他迎来了。跟师傅较量的第一场比赛，哎呦，范加尔，那个时候带的是曼联，他带切尔西，哎呦，师傅帮他顶替啊，这个是他出道那个时候，那个时代的啊，穆里尼奥还很年轻，30多岁，40岁吧，非常年轻，然后他的实用，我为什么要说这一段？我是想说他的实用主义。到什么样的程度？他跟范加尔第一次交锋在英超，啊，学生战师傅，赢了，他就用自己的那套啊，那套实用主义，防守为主，啊，伺机反击这样的一套东西战术来对付范加尔的啊进攻华丽的大开大合的曼联啊，他就跟他打，结果就1-0，就1-0。
使用一比零以后呢，这个时候来了，这个就是说穆里尼奥他成也成在这个地方，败也败在这个地方。他什么呢？他当一比零以后啊，那你们在听我这些故事的时候啊，脑子里始终转上岗的念头啊，你们一边听都在转、一边想上岗都在转快雷了啊，一边想上岗，你们想想三哥说的这个穆里尼奥跟上岗有什么关系啊？上岗是怎么踢球的？你们想想啊，穆里尼奥他就这样一比零全线对手，这照理来说这个跟足球理论是这个逻辑都不对啊，你才赢一个怎么就退了？你保得住吗？啊，不管老子一个也保这个就是穆里尼奥的足球哲学啊，知道吧？然后呢，这个呢，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在第一场跟师傅的这儿，70分钟的时候，他把中场一个才华横溢的少年给换了下来，他用天津泰达的米克尔，我操，天津泰达米克尔换下了奥斯卡，刚刚已经有球迷说了奥斯卡，都是知道历史的啊，换下了奥斯卡换下，接下来呢，又把徐尔勒换下了阿扎尔，阿扎尔在不在？阿扎尔。啊，你群里还有阿扎尔啊？怎么了？天才少年，他想保，他认为我一比零我保得住，最后被绝平。哎呦，这个是有点问题啊。被绝平，嗯，所以呢，这个当然了，说这段故事，也就是说，穆里尼奥，他的这个足球，他也有一个成长的，他的风格也有一个形成的一个过程啊，一个过程，嗯啊，一个过程。对，当他在切尔西开始把这个风格形成以后，当他来到国际米兰的时候，他的足球哲学已经登峰造极，啊。然后我们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他带着国际米兰，在啊。杀回诺坎普啊，就好像火攻头陀回少林寺参加少林寺比武大会杀回诺坎普什么呢？输了个0-1，他就靠死守0-1淘汰了瓜迪奥拉的巴塞。哎呦，厉害，10个人踢11个，对不对？这个大家都记得吧？死守，这场比赛是非常经典的啊，死守靠谁啊？靠萨雷蒂、鲁西奥啊，这个啊，两个赫赫有名的防守大师，两个中卫啊，国际米兰，他就靠，结果输了，但是因为他在主场3-1是赢的啊，结果就靠死守10-11，死守0-1淘汰掉瓜迪奥拉，瓜迪奥拉懵啊，真的。这时候瓜迪奥拉手下战将如云啊，伊布、梅西，我操，伊布加梅西，谁干得过？哎，死守一个老人就干过你，然后半决赛欧冠淘汰，决赛他又遇到师傅范加尔带领了如日中天的拜仁慕尼黑。哦，拜仁那个时候的拜仁慕尼黑传控足球啊，哇，哎呦，加工啊！以全场34%的控球，听听啊，34%的控球，1%，2-0干掉范加尔，慢，哦，成名，一战成名，34%的控球，这个是什么？就像今天苏宁打上港这样的控球的这个比例啊，34%就可以打你，就2-0干掉你。就像火攻头陀在少林寺大会，他们全部干掉，一拳击杀达摩院首座。哇！防守，形象吧。这已经到了，这个是绝对是如日中天的这种状态了，已经是炉火纯青啊。这就是对吧？穆里尼奥的足球哲学啊。然后我们说到上海上港。哎呦，总算绕回来了啊！不是总算绕回来了，我不说前面那段，你就不知道我后面那段我要说什么。你要说的是佩雷拉啊，佩雷拉。2016年开始，由于我们程序员董事长，他是一个球迷，而且他非常喜爱穆里尼奥。我不知道这个，我不知道他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啊。
然后我们看到从2016年的夏天到今年现在这个时候整整三年，上海上港花了整整三年的时间，做了些什么事呢？大家听好，首先请了个博阿斯，博阿斯何许人也？穆里尼奥在波尔图的助理教练，穆里尼奥的徒弟啊，助教，助教，带了一年，然后又请了佩拉，佩雷拉何许人也？博阿斯的，佩雷拉是穆里尼奥在波尔图时候的青训梯队教练，然后当博阿斯接替当了波尔图主教练后，佩雷拉成为博阿斯的助教，一脉相承。从16年的夏天，我们买了胡尔克，胡尔克是什么出身？波尔图出身，都跟他有关了，都跟穆里尼奥有关。然后我们买了奥斯卡是什么？切尔西的，他的穆里尼奥的门徒，哎呦，德意，怎么都跟穆里尼奥有关了？就差请穆里尼奥了。然后到了2019，我们买了阿瑙托维奇。阿瑙托维奇是怎么出身？国际米兰，穆里尼奥心爱的小将。哎呦，前两天穆里尼奥还去恒大的。还有谁啊？还有。我们还买过卡瓦略啊，所以他拒绝了啊。哦，这个等一下说啊，等一下啊，来，三哥这套理论外面听不到的啊，再跟你们说一遍，都是我们来跟穆里尼奥啊，我们来看看啊，还买过卡瓦略，对不对？卡瓦略什么出身？皇马出身啊。我们来看，再数一遍啊。你看我们穆里尼奥啊，这个魔力鸟啊，世界足球理论的一个大师啊，我们看看他的，他出名。成名于波尔图，然后到切尔西，接下来国际米兰，国际米兰再回切尔西，切尔西接下来到皇家马德里，皇马，看看，我们上港要么不买人，我们去年冬天开始，三哥在做电闪联名的时候就跟大家说过，我们英超只联系了两个人，一个是马塔，一个是阿瑙托维奇，这两个人都跟穆里尼奥有关。马塔穆里尼奥带过他两次，第一次看不上他，到了曼联又带他一次，那就是我们的上港的就木鸟控了，木鸟控啊，都是木鸟啊啊，原来是这样，这然后啊，大家看看啊，我刚刚报的这些人啊，他们的这个历史啊，你们会发觉这样的脉络，再看刚才只是历史啊，一个啊，蒙拉，你在哪个窝哪个坑？再看打法啊，现在来点硬货啊！啊，硬货来了，硬货。这个理论都是依据大大的，知道吧？很扎实，很厉害，很清楚。穆里尼奥他的足球哲学，他的足球理论，其实穆里尼奥。在他成名到现在，他打比赛，他只打三种阵型，他赖以成名的三种阵型，其中最出名的，有人知道吗？告诉我，穆里尼奥最善用的阵型是什么？来，我们直播里有人知道吗？来，我们现在5.6万球迷啊，5.6万观众，来，大家来回复一下，啊，最擅长的阵型是什么？4-3-2-1啊，4-2-3-1谁 ？OK， 4-2-3-1，有了。都是行家，都是行家。哎，我们这里懂行的蛮多的，四二三一，这是穆里尼奥最喜欢用的一套阵型。然后第二套阵型4-5-1，第三套阵型4-3-3，他只打这3套。哎，那么有球迷啊，有懂的就不要说了啊，不懂的会说，哎，三哥，你不是说他是防守为主吗？他怎么会打4-3-3？4-3-3是全攻进攻阵型。我告诉你。你错了，他的4-3-3跟你平时说的4-3-3是不一样的。他的四三三被全世界评价为三个字：百大巴。百大巴的4-3-3，穆里尼奥的4-3-3就是百大巴。好，先不谈4-3-3，我们回到穆里尼奥最拿手的4-2-3-1啊，4-2-3-1，他的精髓在于哪里？就是。4-2-3那个3的两个边，
回想2017年博阿斯，博阿斯的阵型，对，就这个阵型。所以博阿斯最喜欢的就是4231，完全继承了穆里尼奥这一套，就是什么打那个两个边4231，最前面一个是谁？最前面一个啊，吕文君啊，吕文君，奥斯卡、胡尔克、胡雷。艾哈迈多夫，蔡慧康，好呀，后面四个后卫，绑绑绑，对吧？三个没有瞎说吧？就这个阵型，打的最多的，上场最多的就是这套东西。然后关键在于哪里？关键在于奥斯卡、胡尔克，就是4231的三那两个边啊，边前卫。博阿斯他继承了穆里尼奥他的4231的这套打法，然后继续发扬光大。博阿斯的足球哲学是什么？当时我记得阿森纳的啊马丁基翁曾经给博阿斯的足球哲学进行了最深刻的概括，四个字：边路为球。边路为球。博阿斯来到上港，也不管是上港，他以前在英超他就是这样的，在切尔西就是这样。他的要求就是什么？要求中后卫直接给我找两个边锋，没有什么中场过渡，什么传球给后腰，没有 不可以，没有的。博阿斯的足球就是这样的，他就是说由中后卫直接找两个边锋，边锋，两个边锋，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包括他在我们世纪公园训练，同样的就是什么，他采用了什么样的训练手段，这个很多人不知道啊。三哥今天给你们开开眼，就什么呢？正常的一个足球场，知道吧？打个比方，它是长是多少？打个比方，我们说长100米的，博阿斯把它两头切掉，把球门往上移，把一个100米的球场变成什么？80米，宽度不变，球场变短，意图是什么？就是培养球员，就是一定要你打边，你不打边你就死，没有空间啊，不给你什么，不给你中间。有纵深，没有纵深，对，这就是博阿斯训练的。他包括他在世纪公园啊，我们有去把球场变短，有球队的人在看的，对吧？对，他就是这个打法。全面活动之后就这样，对，这一套经由穆里尼奥创造，博阿斯发扬光大，到今天我们上海上港一直在用。中后卫贺冠时刻拿到球，先找边翼位，没有什么什么什么要到后腰过渡一下，中场再打这个盘一盘，然后或者说一脚长传给浩克，没有，这不是上港，不是上港进攻的套路，给两条边，那么这个是博阿斯的4231，给上港的进攻啊烙下了一个烙印。所以说风格不是一天啊，一天两天，不是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这个风格啊也不是一天马上形成的，有传承的啊。2017年博阿斯给啊泄密了，我操，没关系啊，这都过去了。然后4231过去，我们迎来了维克多佩雷拉，青训教练。在维克多佩雷拉，尤其是进入到2018年以后。啊，维克多佩雷拉来了以后，他在2018年的下半年，把穆里尼奥的刚才我说的433，非常非常成功的移植到了上。穆里尼奥的433其实不是全攻全守的433，是百大巴的433，而简单点说是703。对，刚刚已经有球迷说了703、这就是穆里尼奥的433。什么433？他妈的就前后面放七个堆人，中场不要啊，前面三个发挥。三哥在群里说过两句四个字，来，我们群友在不在三哥群里的啊？佩雷拉的足球思想是什么样的？十个字啊，后场怎么样啊？进攻来看看有没有人知道，有没有？来看看，来看看有没有。哎，三哥喝口水。
来吃点东西，我们让那个几个人打打字啊。嗯，十个字，十个字啊，配合他的风格来，我去去。哎，那夸子这个字了，夸子这个字有没有 啊？后场靠人堆，前场靠个人啊。对啊，这个、就是、这个谁呀、啊？看看啊，这不是啊。没有错啊，商卡一看就是我群里的嘛啊，就是什么后场靠堆人啊，防守靠堆人啊，进攻靠个人，这就是好防守靠堆人，进攻靠个人，这就是佩雷拉蛮顺的啊，佩雷拉的那套打法啊，对，而且一直在用，用到现在啊。然后你们看现在的上港队的踢球，就是什么博阿斯那个找两边啊，加上佩雷拉那套703，而这些的源头在于哪里？就在于穆里尼奥。嗯，所以今天跟大家来说说这些足球理论，目的就是想让大家明白，我们上海上港到了2019年的夏天，已经非常清晰的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这个风格是什么风格？就是穆里尼奥的风格，防守实用主义。那你为什么说我们买了阿瑙托维奇就是形成了这种风格呢？对啊，你马上就会看到。嗯，阿瑙没变的。很多人会担心，就是说阿瑙买进来以后，我们还打703吗？我可以告诉大家，不打703，就打回4231。真的啊，穆里尼奥的这个阵型，逃不了的，放弃了五后卫的这个啊，逃不了的，五后卫也没关系，五后卫只是后面变一变。你不打4231，其实很简单啊，五后卫的话，你就打523就可以了，道理一样的。嗯，对呀，嗯，这就是我们上海上港的风格。花了整整3年，我们形成了这个风格，而且我估计这个风格会一直保持下去。明年到了今年年底，我们还要买人，嗯，对不对？因为这个有两方面的因素，一个就是说合同到期，有外援可能合同到期会走，不续约啊，不续约会走。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明年很有很，据我所知，有很大的可能3+1会恢复。彻底跟亚足联接轨。哎呦，明年又要改了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上港肯定要买人，嗯，肯定要买人。那么我可以跟大家说，我们再买人，这个人必定跟穆里尼奥有关系。那这个引援的话，大家要查一查，他以前跟穆里尼奥。不查啊，不用查，不是波尔图就是切尔西，不是切尔西就是国际米兰，不是国际米兰就是皇家马德里，最后曼联。哎呦，曼联就这几个队啊，就这几个队。啊，对，你肯定啊，懂了吗？啊，现在就能踢，这是他带过的队。现在你们懂了吗？你再打开那个名字抄。你要哪个？明白了吗？还有人会担心什么阿瑙跟这个合得来，跟球队合得来？我告诉你，自家人懂吗？哥们，踢的都是一样的，不是踢的一样的，就一个四五个四，都是一家人，怎么会闹起来？闹不起来。对，理念都是相合的啊，战术打法都一样的啊，死干点晓得吧？你看奥斯卡了，两个人虽然没见过面，但握手了。马上就请他吃饭。师出同门，同一个流派啊，同一个流派。你要什么带过你的？什么流派知道吗？啊，火攻头陀啊，物有所流派。我们都是火攻头陀的徒弟。上港的风格，三哥这里给他加个名称。啊，上港，你们以后有什么恒大什么的不懂的，他跑来说怼你，说你们上港踢球有什么风格，你就回答他，你懂啥驴？我们是火攻头陀，你懂吗？捏他了，捏他了。啊，可以。火攻头陀哪能老六的？长知识了啊！我们这里球迷说长知识了，真的啊！你们相信我啊！这个就是有根有据。
依据论据相当充分。我今天说今天心情好，对吧？花那么长时间把这个理论来推荐给大家。对对对啊，我们为什么说这个今天的标题是什么？徘徊在八万人上空的幽灵啊，八万人上空的幽灵，什么幽灵？穆里尼奥，穆里尼奥，这不是许家印要请的人吗？被他拒绝了。他请个屌啊，出4000万，人家鸟都不鸟他，你就没有我的人。人家穆里尼奥想佩雷拉在那边干得好好的，如果佩雷拉干不下去了，我就来了。哎呦，你是老六啊，老六老六，就像电影里说的啊，求证求援都是我的人，他为什么不来啊？对啊，他随便。哎，佩雷拉当助教，佩雷拉当助教，所有程序员听点穆里尼奥，对吧？足协听点。他很顶替你皮，那许家印搞不清楚去请他，我操，人家鸟都不会鸟你，我告诉你，不要紧的，我们张明去请的，哎，三下五除二就谈啊。当然了，现在不会请我们这，对吧？这个佩雷拉在，我们一样的，现在带的也挺好的。你要一看，那不就是我这一套嘛？来，啊，好好干，兄弟们，好好干啊！那拿几个冠军，幽灵知道吧？啊，这个最后跟大家说啊，一个幽灵，一个魔力鸟的幽灵。嗯，变皮了啊！原来是为了发起一个对这个幽灵发起一个神圣的围剿。中国足坛的那些旧势力啊，令人惊讶的团结在了一起，联合在了一起。许家印和王健林啊，电商大佬和国家电网啊。天津卫的传销大队，嗯，和上海虹口的三笑生，还有买菜大妈，买菜大妈，所有的这些人都联合在一起，为什么？就是要绞杀这个幽灵。可是这个绞杀恰恰就证明了什么？这些旧中国足坛的这些旧势力已经承认了上海上港。是中国足坛的一股新势力，新势力。哎呦，三把共产党宣言都给我溜出来了，把共产党宣言改编了一下，老六老六老六。哎，不愧是党员投资啊，思想境界就是不一样。那这个时候，老六，这个时候啊啊，我们上港球迷，上海上港的球迷 啊，我们上海上港的这个码头工人。哦、啊，零有零里的这些人啊，就应该是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时刻？就是说，我们应该可以非常清晰、非常坦白的表达出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足球理念、自己的足球观念、自己的足球阵型、自己的足球目标风格啊啊，然后来驳斥。所有的认为上海上港是昙花一现的这样的这些奇谈怪论，这是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时代来了。哎呀，这个演讲热血沸腾啊，兄弟们啊，讲得我热血沸腾啊，我要入党，我要入党。这样，我一定要申请书，可以吧？这一段改编自卡尔马克思《共产党宣言》，来个六六六，来波六六六，六六六，来，我看有多少人打六六六的，有没有？有没有听读过这个《共产党宣言》的，知道吧？准备拿过来啊！这个即兴发挥，老六，绝对老六啊！哎呦，这么多六六六，不得了，三哥！哎，这个马上我跟你说，我们这段视频马上被人家截屏了。要发到网上面去了，谁敢追我？我操！把许家印看到，把许家印看到，哎呦喂，不得了哎！今天这个直播完了以后，共产党要增加好多好大一批人来，马上有很多人要交申请书了，要递交申请书，要找你三哥来做介绍人，入党介绍人，上港国民党支部。哦，对对对，上港球迷也可以搞个党支部，对啊，还有礼物都来，礼物都来，支部书记。三哥，可以，还在打六六六，这么多人啊，不得了！会长没有出去打，谁敢怼这句话？这个不敢，这个原则性错误，不敢怼的。我们许记敢不敢怼？许记也不敢怼，这个什么？这个东西不敢动的。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能动的啊。今天，对，这个阿土伯说我要入党。
老刘，直播大会给你做介绍人。哎，以后我们这个节目改一改了，上岗直播大会是吧？啊，跟大家说，花那么长时间啊，把三哥心里面的总结的所有的一些关于足球理论的东西，都交代给大家。对对对，就是什么？就是说我们上岗已经是有自己风格的球队了，这一点是这句话是正儿八经。嗯啊，不是开玩笑的，我们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而且这个风格以后可能十年二十年传承下去，一直延续下去。嗯，而在八万人的上空永远飘荡着穆里尼奥的幽灵、哦，那个幽灵，哇！哪天穆里尼奥你下来吧，你下来降临。哎，那我们这么多球迷都在崇拜穆里尼奥，上港就是这个风格呀，你以为上港是什么风格啊？但是不相信，等一下。结束了，再回看一遍，仔细推敲一下三个怎么赢鬼国安的，就是这样我们就是靠这个东西啊，超级杯怎么赢的？国安就是什么是吧？就是巴萨罗那，只不过我们没有那么高级，对不对？我们毕竟是在中超，所以我们不能说我们是穆里尼奥的传人，我们是火攻头陀罗。还有什么？三个再去，你们啊，来来来，我看看有多少人要入党的啊。啊，三哥要去放松一下。这个刚刚一段精彩的上港足球宣言啊，这个应该说是上港足球第一次在我们这个球迷节目里边由球迷讲出来，叫上港足球宣言。啊，这段绝对精彩，绝对精彩啊！我靠，这么多人要入党了，这个不得了！今天晚上，中国共产党员要增加几万人。反正你现在那个交申请书呀，啊，所以把我们中国共产党，我刚刚已经口头申请了，足球的理论在我们上港的这个俱乐部里面融合了，发扬光大。啊，而且他这个分析啊，又有事实依据，又有理论依据，对不对？然后还能够得到互相的印证，这个证据的锁链讲的非常有道理啊，还要建个什么党员小组群啊？你这个可以的，搞大了啊！西幺三变成上港金啊。哎呀，外援也要入党嘛，是吧？哎呀，那个九米啊，有金有没有？党员最多是我们上港吧？哎，对哦，对吧？好像我们上港队里面党员好像比例最高，最高。严俊林，而且很多人还要在蔡慧康啊，蔡慧康、王申超、吕文君啊，前两天谁又在入党了？好像。基本上傅欢参加那去看那个，傅欢也去了，入党积极分子，会那个一大会子，所以我们这个思想工作就要做到，正能量，对，申花队里有没有党员啊？没有，好像范志毅是入党的，那就是我们党员最多了，比例高，不是比例高，是独秀，就是最多的，其他几乎没有党员。那我们是紧跟着党指挥，我们党员是最多的吧？啊，三哥，有道理。我们球迷党员也多，你看大师也是，对不对？三哥也是啊，还有小刘也是，很多啊。今天的主题在足球啊，不在于政治，不是说正能量，不在于党，而在于少林寺啊啊，火攻头陀，知道吧？大家明白了吧？三哥今天也是啊，说出来了啊，我们的时代来了，接下来就是要把许家印打回河南少林寺。哎呦，侬搿结棍了，打回河南。已经打，去年已经打趴下了。今年我们好像要在三条线上跟他竞争啊。今年被他咬了一口呀。啊，是没事。足协杯、亚冠好像都要碰到他，然后联赛还要跟他再斗啊。他不是少林寺出来的吗？对啊，他是卖皮带出身，卖皮带啊。那申花的问题呢？啊，申花呢，他就是这个风格上是丢了啊，丢了风格，灵魂没有。所以一个球队的风格很重要，一旦风格形成，如果你可以坚持下去的话，那这个球队我告诉你，大差不会差，不一定能夺冠。他肯定每年就是名列前茅，不会去保级，不会去保级，因为有风格的啊，就跟马竞一样啊，啊，对啊，对啊，马竞就是一个球队风格是指的前几名的气质啊，还是说
这里有球迷说是隔壁是夜店风啊，夜店风格啊，一来个新外援先去夜店兜一圈啊。三哥，昨天的比赛你也可以点评一下。什么？昨天这个比赛？昨啊，就是申花的比赛啊，申花队的比赛。申花，因为我觉得昨天我也看了，我觉得他们踢得蛮好的。没有，体力是他们的最大的。我觉得他们开没用的，七十分钟以后看他们你就知道了。如果前面不是二比零领先。后面的球，其实呢，我还是这个观点，对不对？你，申花的这个球可以说现在是可以说是水准相当低，申花的球又不好看的了，对不对？就是给金星玉找金星玉投，你要去看申花的球，都是在打高点啊。申花球迷是因为看申花的球，是因为没有办法。啊，只能看，看他保不住了，也没办法，也就接受不了。上港球迷啊，上港被这些啊，类似于翔哥这样的，对吧？要看申花的球是想看笑话啊！你不要把我这个内心的想法说出来啊！看怎么输，对不对？其实呢，没有用，想啊，申花降不了。啊，你又再一次要定掉了啊，降不了。我都跟兄弟们都周军回来啊，都降了。你看我之前跟大家都知道的群里面对吧？我群里三百多个人，我香烟已经先给掉了，香烟都给掉了。知道这个档次，我们这位呢也是给掉了啊。今天特意，有这个礼物高档了，为什么呢？为什么你要送他这个礼物啊？上次打赌输了，什么打什么赌啊你？就是没有一盘棋啊，没有啊，没有一盘棋你就送礼物啊，可以跟母子啊。我呢跟群里的所有的人，包括翔哥，翔哥也在我群里，对吧？包所有的人，我呢在啊很蛮早了啊，到现在说这句话也要半个多月了，打了个赌，就什么呢？今年申花不会降级，如果降级的话，一条线。三哥，请所有群里的300多个兄弟，游轮啊，游轮啊，浦江游，浦江游啊，你这个是要不是那个说竹马的那个游，不是那个邮件的邮，浦江游是游泳的游，浦江游啊，是游泳的游，不是那个游，不是那个邮寄的邮，邮局的邮啊，浦江游轮啊，浦江游轮。那么如果他们输了呢，就是一条香烟，或一人一包香烟。啊，一人一包，一人一包香烟啊，这个就300多包。在看直播的啊，有没有说你知道哪里的哪个牌子的蛇皮袋啊，比较质量比较好？我说推荐 LV 的，我那天不跟你说吗 ？LV 嘛 ，LV 的。三哥呢需要一个蛇皮袋，我跟他们说好了，跟群里300多。刚到进来，把他们扣到。我在80000二号湖梯下面的拿个蛇皮袋，他们来一个扔掉。300多包香烟没有讲过吗？刚好吃要，今早就是要抢你。那天那个集团球迷会，我群里的啊老丁丁东云就一包阮中华，今天一包大重酒哦，我穿了隔天搁这就没了。今天还有呢，我们兄弟啊，这个啊，这个高档了，哎，大家看，这是礼盒装啊，啊，侬搁这高档了，侬搁这高档了，这个烟啊。哎呦，这个不是香烟了，搿是香烟，搿是爆了，搿是爆了，搿是爆了，是伽爆，高档高档，这个的确是，侬搿好像是帮人家做广告吧？懂吗？送出来个物事懂吗？啊，营销一下，营销也不是营销啊，你家也有搿种物事啊，打呼机要送，两包中华，两包软装。可以，规格相当啊！你刚讲了，搿是实用主义，实用主义。对对，侬还是给别人拿好实用。现在呢，筹呢就筹个蛇皮袋啊！我们快点上去捐献一个 LV 的蛇皮袋，都给拿好。接下来呢，但是一口气收300多包香烟也不行，我跟他们说好了，基本上呢，申花赢一场的，我就收个几包啊。有一些认为呢，就已经是铁定输了啊，就来香烟就好。300多包香烟没成功，确定。300多包女中午就30秒中午啊，好确定。侬要面孔吃了血，慢慢喝了，熏得了慢慢喝，3000多根啊。我今年侬明年6000多根，明年香烟好不好嘛？人家顾及来顾及啊，也趁这个要潮掉，也趁这个直播节目呢，感谢众位兄弟啊，啊感谢上海绿地申花队啊，感谢吴晓辉，感谢这个，感谢啊，300多包软中华，真不错，好嘞，啊，可以。
为了吴小辉 啊我们干一杯的，感谢吴小辉，感谢吴小辉，吴总母子啊，吴总母子，吴总老了，哎，你怎么做饭那个时候好，一个母仪，两个治病，他来就医啊，吴总我不能离开生化，没有吴总坚决要，没有吴总就没有生化，没有吴总就没有上岗，没有吴总就没有阮中华。对不对？这个全靠三哥是最实惠啊！没有吴小辉，没有阮中华，没有吴小辉，这两个大弟啊，那浦江有嘞，吴小辉，可他妈最贵要300,000！我真的可有人啊！我是可有人啊！那么中中央中央上班，万一真的生活真的刚结了呢？那要变成啥？300个人对吧？伊拉后头讲摆渡船，出来摆渡船涨不了才搞。冷度冷两块地和您两块地老块老块八都是养出来的老了三百个人600块搞的不要买好啊这个三百个人跑到去乘个八都是老快要出来了那么在穿一样的谁要穿一样的这里出啥那要出啥可以啊以在八度岁是跟游轮蛮像的可以你还有空调啊哎有空调啊没好啊哎哎好上头看风景两边好看风景哈哈就是辰光短的嘞三百位位置有额一个啊，张华仔说了300位的这个百度有的，有啊有啊，我已经查好了呀。你怎么别说了？这个真没人了。那这个是干嘛的吧？想到镜头干嘛的吧？啊？不镜头了？没有没有，上次多上次多。真的真的，如果说啊，这不镜头这无所谓，我们都无所谓。来聊聊聊聊啊，我们不要就希望呢，就是。上港球迷呢来看看的开心，还有呢关心上港的其他的这些球迷呢看看呢啊，也多了解上港，对对，多了解就是上港球迷是怎么样一群人，对不对？对对，不要老是说我们 YP 对吧？咋还有搞的呢？很多外地球迷他说上港好像没有球迷啊，跟北京人都一样的，跟广州富力一样的，没什么球迷的。老师傅，也有这情况的是吧？我们今年又夺冠了。啊，然后申花那边呢，进去的啊，然后两艘游轮我们要一起来的，一个是花船，花船巡游是吧？一个是三个游轮，三个游轮。去年我们不是游轮，我去 BK 要唱过啊，啊，我们站在你的身后，三个伴你左右。这个其实不用两艘，其实是什么呢？就是说。最好的状态呢，我还是认为呢，申花呢能够保级啊，然后的话呢，我呢收一手皮带的加冕，然后呢上港呢夺个亚冠，然后呢我们一起乘游轮啊，不是两全其美吗？对不对？游轮也有了，香烟啊，谁有了？那么你收香烟就不用到80,000人了啊，摆渡船门口啊，轮船上直接收门票啊，门票就阮中华门票啊，没有你口袋里有包阮中华多好，到零起上手，听到了这广告做了结棍吧？今朝在上海举义上要把了，要付广告费了，要付广告费了，真的。像上海卷烟厂也无所谓这个啊，300多万对他不稀奇啊，我就讲呀，真的，不是关系广告吧，也免费做广告了是吧？口播可叫口播，300多包嘛，一箱还不满呀，一箱要50条嘞，还箱50条。那反正呢，我觉得呢，就是说这个隔杠事物，对吧？那今天呢，主要呢还是前面的那一段啊，就是关于一些足球的一些知识、一些理论，让大家知道上港的风格，上港风格已经形成。三哥今天不讲，真的我没有去往那个想到，我根本就想不到那边那。从阿老来开始，我一直在理这个要理出来的，知道吧？这些东西，我今天说的东西，很多人都知道。但是他没有去理，他没有理，没有去把这条线上要综合在一起来考虑。所以说大家尽管放心，再回到主题，阿脑偷袭没事，放心好了，不存在融合不了球队，也不存在融合不进打法，更不存在和球员
啊，有疏离啊，有啊，有隔阂，没有的，嗯，知道吧？阿瑙托维奇作为他来说，他可能我以前也说过，嗯，对吧？他自己来说，啊，他其实就是说受过的，他也的确受过伤啊，他受过伤，他受过的最大的一次伤就是跟狗打架。那场是最厉害的不上不上不是球场上受伤，他受过两次大伤，两次大伤，一次呢就是什么呢？那有阿森纳有兵工厂球迷在吧？其实所有的我有的所有的兵工厂球迷看到阿瑙托维奇是很恨的。我们群里就有，我们群里有个那个叫什么？那个他是阿森纳球迷啊，叫那个叫小周啊，孟海啊，我们有个啊害的啊。孟海，他是阿森纳球迷，阿森纳高赢老鬼猫啊！阿森纳球迷看到阿瑙托维奇是不喜欢的，又怕又恨啊！他们也怕的，怕阿瑙托维奇的都是豪门。曼联、切尔西啊，那个叫什么阿森纳这些啊，这些球队啊，打这个铁锤帮啊，就怕阿瑙托维奇。哦，你可想这个球员的领导？嗯。那么呢，他受两次伤的，第一次呢就是被这个阿森纳的那个霍尔丁。可以铲伤的，铲伤了，但是他那次不重，跟狗打架那次，把韧带撕裂，哎呦，休息了整整一个半月，这个是个大伤。嗯，那只能说呢，就是说阿瑙托维奇呢，他这个人呢，他可以说呢，用四个字来形容呢，就是什么呢？年少轻狂。年少轻狂啊！之前呢，我不知道他没结婚，后来有球迷告诉我结婚，我去查了一下，的确，而且他这个结婚对他的是可以说是性格的改变，彻底的一个改头换面，嗯，彻底的一个稳定啊。他刚刚转会到这个铁锤帮的时候啊，西汉姆的时候呢，所有的而且他是打了半个赛季，嗯，然后呢，这个西汉姆联队的那个球迷啊，对他啊就相当的反感，感冒啊，就是说认为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人呢、啊，就是说事情太多，而且呢、啊、能力也不行。啊、哦！当时因为他那个赛季呢，他没发挥出来，结果呢，就半个赛季以后呢，他结婚了。到了第二年，不得了，爆发了啊！连续两年在，结果变成大腿了。连续两年进球都在双上双了啊，上双了。而且人呢彻底变了，没有再什么跟人家搞不清楚，而且呢还能够以身作则，啊，还能够以身作则。所以呢，西汉姆联队那个时候呢，就。很多球迷呢都爱上他，就觉得这是个好球。哎，结果他又转会了，然后呢，这又不喜欢他。啊，这转会了，当然，因为什么？很简单吧，对不对？其实他已经是融入了这个球队，但是呢，他自己内心的觉得呢，问题是什么呢？你们跟我不是一家的，我是火攻头陀那一派。风格啊，风格啊，对不起来啊，对不起来，知道吧？所以呢，他觉得还是要走。还是要走，然后呢？去哪里呢？那是啥？而且据说是我们在冬季转会窗口的时候已经跟他有过接触了。我不是说了吗？我们就联系了两个，一个马甲，一个阿克托奇，对吧？这个就我就找过，我只是没报名字而已，我名字不能说，现在很严的。对对对，现在很严的，说出来的话，他妈的三哥以后就跑不进八万人了，然后给三哥消息的人也没干嘛。啊，这么严重啊？国安不是处理啊，国安不是处理啊，对对对，名字不能说，现在很对对对，马塔的事情不就正好就是我们阿瑙托维奇确立了来了，是这个马上马塔的事情不新闻就出来了，马塔已经拒绝了，马塔上个半，马塔其实比阿瑙更加好弄一点，因为什么？他是自由身，对，他没有转会费，他自己好像不，但他自己不可能，就没办法，他有自己的一些足球理想。嗯，阿瑙如果没有结婚没有成家，他不一定来中国。嗯，那这个人知道有责任感，不一样，想的问题就不一样。男人结婚是，男人结婚，女人生孩子都是在世为人，啊，是一个脱胎换骨的，对，一下成熟了啊，就是说。想的一个人随便怎么样，对，三个，而且对吧？那天不是他不是来见面会嘛？我觉得他讲话也好。然后就是现场的表现也好，就觉得很稳重，他讲话也非常有水平啊，包括他讲到他这七号原来的主人是布雷，他四号没有就很反感说啊，你们怎么问这种问题？问了两次啊，
对吧？他都很耐心的解答，对，他就是说我也知道吴磊是在西班牙人，之前是一个很成功的球员，怎么怎么样，我觉得他讲的很好，就是在台上问了一次，啊，真的在发布会上又问一次，对，如果他是一个脾气古怪的人，他肯定不可以，非常冒枪了，那侬你看，哎，网文什么，吴磊很厉害吗？啊，比我还厉害吗？对吧？对对对，但是他非常能够理解我们球迷的这种心态，啊，所以我觉得他是很稳重。上港球迷呢，其实也不太明智，那问了也就问了，哎，没什么大不了，对对对对，不，这问题不是球迷问的，是记者问的，那个主持人，主持人问了，记者又问了一次，对对，不应该再第二次再问他。就问他干嘛呢？对吧？那不谈了，反正是问都问了，这都是小事情，小事情啊！我相信过去就折射出阿脑这个，而且呢，阿脑不是那种对，还有一个很小的细节啊，可能你没注意，我们现场看到了，就是当我们主持人说你能不能给我们颠下球的时候，他就跟大家讲了，他说我刚刚远长途飞行嘛，肌肉有点紧，嗯，哎，他就很低调的，他不是说我很张扬，但是很低调，他说有可能啊会影响我的那个发挥，但实际上他的颠球。对，非常完美，所以他就是左脚绕一圈，右脚绕一圈啊，然后帮一个，你也看到了，他这个人对吧？他已经学会了谦虚，谦虚啊，这个很重要。以前他不是这样子的，以前他是一个非常高调高调的人，对，被这个什么，被那个巴神啊，巴洛特利啊，巴洛特利说起来啊，就是说那个时候巴洛特利先转会到英超去，然后阿瑙在后面，比他后面。那巴洛特利那个时候就跟新闻记者说，他说这个人来了，你们以后就没有兴趣再采访我了。他比我还要这样就整了。哦哦，你来，他阿瑙来了就不用采访巴洛特利。他问题他有更多，他有一些为什么？因为他的新闻比较多一点。他高调的，他高调在哪里呢？就是说我们刚才说他在国际米兰，其实国际米兰呢，他在国际米兰的时候呢，就是穆里尼奥呢是看到他是很头疼的，很头疼，但是又非常喜爱他，他那个时候还是小将呢，国米小小帮友啊，然后呢，正好呢那个时候呢，哎，拿了个欧冠。拿了个欧冠，其实阿瑙呢一分钟都没上场，整个欧冠的历程他一分钟都没有上，就是进名单啊，他只是就像啊替补一样啊，就像鱼豪一样的，对吧？啊，就这么过了，练了这冠军啊，滚了这冠军了，对吧？我们鱼豪也一样的，对吧？也拿过中超冠军了，就像去年去那个集训队的一样的啊，首届收下的不知道的，夺过来不知道的。然后呢，他就这样，他拿了个欧冠，拿了欧冠呢，结果第二天呢，就拿了欧冠以后。大家放假，等到再回到训练场呢，大家发觉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阿瑙托维奇呢，他在他的鞋子上面，球鞋上面绣上了 Yellow Champion， 就是欧洲冠军啊，没有人绣的，他是啊，很高调，他穿的这个鞋子，啊，就是为了让那个我是欧冠冠军，虽然一分钟，其实他一分钟都没有穿，就是他这个他就是个性，很高调，非常高调，人家对啊，他非常高调。但是呢，就从强哥刚才的故事来说呢，他其实已经改掉了，年纪上三十岁的，但是就结婚生真的，我现场给我的感受就是，他是一个很谦虚谨慎的人啊。我们拭目以待啊，看看他的，大家可以看到他的一点都不亚于胡尔克的那样的一个成绩，职业他职业素养是没问题的，真的是很职业的，就怕他在场上的脾气压不住。还好，然后呢？关键是中国的裁判，要适应中国的裁判，要适应中国的裁判。这个看俱乐部，这个其实这都有个过程的，对，有个磨合，包括奥斯卡现在也，胡尔克，奥斯卡现在多，但是他现在的问题要比起胡尔克和奥斯卡要好很多。哎，有两个先驱者，哎，讲到这个，因为他们两个吃饭。我相信啊，奥斯卡肯定会跟他交流的，交流肯定要跟他说的。中国就是肯定是要说的。讲到裁判问题，我们这一轮比赛好像发生过两次重大的误判，很大是不是？韦世豪啊，恒大不是那个两位那个叫谁？那个朴智珠啊，飞铲对吧？这个球韦世豪的一个铲，还有厉害，还有郑智的那个叫郑智踢人在他那个外叫什么？肘击啊，那保利尼奥，保利尼奥肘击球，肘击，还有昨天的啊，还有昨天的那个钉鞋，那个叫艾迪，飞铲啊，哎，看了那么久，那是张磊，我想这个他肯定红牌了，因为很清楚嘛，哎，这么多观众在看，
啊，为什么不给门票？这个是超出我们，而且亮脚底板了，什么直接是钉子直接缠踢到这里的，踩到小马哥腿上了，对啊，而且他是踩下去以后，然后球已经被他踢走了以后，他再看到球啊，再脚再跳起来。大家有没有看这两场球？一场恒大，一场申花，这两个。他们说了呀，就可能申花昨天那场球为什么不判？啊，因为跟恒大联系的，啊，对吧？如果跟恒大联系，恒大如果不判，那这为了把恒大的标准拉下来，大家都拉低了。这个那今天克拉顿伯格两张红牌嘛？那是外籍裁判呀。哦，那两个今天的是外籍裁判，一个埃坤，一个是埃坤，一个是张雷，嫩少。所以说，为什么上港的球现在都是用外籍裁判？啊 ，Big 三的啊。不对啊。那恒大不是用今天用外籍裁判？恒大不当然是用中国裁判了。来听三哥说，恒大不用中国裁判，用外籍裁判啊？要那么公正干嘛？这个话题没什么意义，我觉得。为什么？就是这不用他说的，这个我们球迷之间聊聊瞎聊的。那也不是说肯定是这么回事啊。嗯。但是讲到昨天埃及那个，绝对是红牌。我们看了那么多年球。随便碰到哪个裁判，这么以前没 VR 我们不说，对，有 VR 了，看得很清楚。最起码那个 VR 看了最起码有今天有两分钟。你知道我今天听，我今天开车去那个火车的时候，我听那个电台节目啊，哎，也有讲到这个，有个女孩子，对，我不知道她是谁，你知道她说的是什么话啊？她说如果那个裁判公正一点，这张红牌判了，申花倒有可能不一定会输，倒有可能死守了。失手了，他妈好像他们后面没有失手一样。哎，这种论调，我觉得怎么能做一个记者？不过脑子啊！不过脑子罚下去一个人，你这个球倒不会输了。这个说回去，这个逻辑说回去的。我反正领先了一个嘛。哎，你做人不能按反逻辑的。那以后意思说，我们弱队碰到强队，我们先自己罚一个下去，十个人站在门口，你来打就不会输了，是不是这个意思？站在门里随便你踢啊！你说这种逻辑，我一个，哎，但是这个女记者不是说她哦，这个好像哎，等，有的人说是曲小游，哦，是曲小游啊，啊，是这个女的，那就很能理解她是怎么会想出这种问题。声音蛮嗲的是吧？声音不嗲的，就是很慢的。这个整个节目，那个男的就像好像叫求爱绿茵场。是对啊，就纯粹这个女的在一个人说。我想这个男的为什么不说呢？男的怎么比女的懂点？啊，还有这种理念的。人家是新浪著名记者，他我跟你说，小优姐，知道为什么知道吗？啊，是看贴吧的，知道那场球一结束啊，贴吧就有这个论调了。真的。贴吧的他是贴吧搬运工了，就应该罚下他，罚下他倒不一定输。哎，那天申花贴吧，大多数人都是支持罚下他的，然后申花也觉得这个球确实是脏红牌啊。但是还有些人呢，就是说罚下他以后，就可能我们这场球就不会输，有可能就平或怎么样。这个呢，倒也有一个什么呢，在申花的老传统当中，有很多场球，就是因为罚下过一个人或者两个人以后，倒是打出去了，而他的士气会有一种变化。但是最后还是输了。但这个问题就是，这种东西像打强心针一样的，你不能今天打一针，明天再打一针，我天天打强心针，这个不行的呀。这个罚下去一个人，这个球倒好踢了，我还没听说过这个。这个不能当维生素片吃。这个也是包。鸡汤要喝一点。小刘，小刘在说什么？啊，不，小刘不开心了。小刘喜欢，小刘喜欢曲小游对吧？啊，对的。我喜欢。上次你们直播的时候，小刘自己说过的。他喜欢曲小游。他喜欢曲小游的。啊。关键曲小游喜不喜欢他？他喜欢的话，我就喜欢。还有这个故事。徐小优的声音呢，确实是蛮好听，蛮努力的，肯定的，对吧？如果你把外表长相呢，是涨起来，涨起来。对，我以前没有见过他，我就以前都是听他那个电台节目。跟我一样啊。我那个时候就觉得他肯定是个。不是我没说啊，你骂我干什么，小刘？我没有说。不是三哥在说，我们在聊啊。是边上的兄弟，来，我们来，露个脸，露个脸。小刘不要进来喊我，别笑。刘警官这下来考特种了，大弟弟。我们俩都要来查房了。没有说，我刚才就说了嘛，我不是说他的立场有问题，
他只是他逻辑一个逻辑有问题的人。我就说他逻辑，我不说，因为他前面也讲阿脑的事情，他讲的不错的。哦，他前面还讲了阿脑的事情。对，他那天是去采访，从他那天这个节目来说啊，他对上港也是爱护有加的，对，对深挖也是爱护有加的啊，他立场都一样的，没有立场。对，但是他那个逻辑，就是这件事情上他逻辑是错的。嗯，我并不是说他是曾经偏帮神话。我第一次认出小刘姐还是小哥帮我认出来。就上次我们去韩国，哎，去韩国，我不是给你指出，哎，他叫了一声，然后说了，你和他要交流了，交流，我跟他说两句话。哦，原来长这样的，我以前一直只听到声音，人长啥样，我就是不知道。声音蛮好听，从来没看到人。那么你觉得小刘喜欢曲小刘这个逻辑正确？对，我也不正确，我觉得不正确。为什么？如果照他这样说的话，小刘长得可以，不是这个呢，有高高大大的，对吧？但这个呢也成逻辑的，因为从小刘这个还没有结婚的场上来讲，他在追求一个女性的时候，当一个男人追求一个喜欢一个女人的时候，那是没有理智的啊。有道理，小刘听到吧？就意思刚刚拉了来历就是错。不是我说的，我只是帮他们总结一下。老李侬也苦了，反正刘警官要来请侬了啊。茶水表达我的感。你睡觉，睡觉。睡到现在。啊，没有劲啊！今朝搿只节目做了蛮扎劲的。可以啊，那么小朋友要睡觉了，对吧？那个我下个主场，对吧？对，十七号，对，华夏幸福。你觉得这场比赛好打吧？我因为对方是要保级啊，我觉得呢，就是说啊，在我们主场打华夏呢，我觉得也没什么大问题，好，真没有什么问题，这个没什么问题。华夏呢，廊坊客场。但是他跑到八万人的，我劝他没什么战斗力的，是吧？啊，就是，打麻将都球队。那么你的意思就是说，后面的这个三连客可能就比较难了。再接下来是三连客，重庆、恒大，足协杯是恒大，啊，然后是武汉，这个仗你怎么看？不好打，没有一场好打的。三连客不好打，但是我们多了一个阿努。这你要考虑，这个也不能。阿脑也不能打全场吧？这是一个加分的，肯定吧？加分是阿脑，我估计替补啊，打重庆。打重庆的话，打重庆，他状态能马上调整到全。你要记住啊，他不是休了那么长，他打当中打过，又休息。国家队，不打了一段时间，休息了几天，我忘了。然后练了五天，然后又休息。休息了，他不是中间断。听三哥啊，我觉得呢，哎，三哥分析呢，不是上港的救世主。啊，那是肯定。我今天想表达的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什么呢？阿脑呢是确立我们风格的一个打法。他来了以后呢，我们上港基本上以后呢就是这个打法。对，没有什么新的，要花不出翻不出什么新花样。这个拼图拼完以后，我们合不合适？如果合适呢，是肯定没有问题的，没问题啊，觉得没有问题的。那么具体的来看呢，就是说，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要看的就是说，阿脑他是不是会令其他球队失业啊？这是一个，就是说你，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能力特超强的球员嘛，就是中超的防守球员都大部分是国内球员，对，他们要去适应这个球员，就像他们适应浩克。就适应了整整的两年了，到现在还有些球队不适应的，对，就不知道怎么去防他，啊，就不知道怎么去防他。还奥斯卡啊，那么阿瑙呢，同样也一样的，就像我们今天看到，很明显，直到今天上港的三个后卫还是对特谢拉毫无办法，对，他快，这个就看在眼里的，没有，但至少有一点啊，就是现在看到特谢拉，啊，不会像以前畏惧的那种感觉啊，他不会怕，对不对？不会怕，但是呢，就是说，他被他一冲起来的话，个人能力还是有，就是说，上方后卫非常乱啊，非常紧张，非常紧张。那不知道他会上，这就是能力。三个中卫，我今天看得很清楚，三个中卫真的在他面前，对，他就像穿花烙树一样，就这三个中卫，不知道他往哪里钻，不敢下脚，嗯。对，不敢下脚、而且呢，就是很明显的，就是说他特谢拉也好，埃德尔也好，就盯着魏征打啊，软肋。
小朋友也的的确确魏征的是那么的，对，这是没办法，但倒也不一定是坏事，几次被他变脸，那个不是坏事啊，这当然了，就是说同样的道理，就是说我们现在可就是，我告诉你，中超的那些外援啊，叫做防守球员，防胡尔克头疼的，防奥斯卡头疼的，对，防埃尔克森不头疼的。啊，已经防埃尔克森就转不上下来，正常防就可以了，一个人就够，贴住你，你也翻不了。那么防卡利斯卡呢？啊，防阿瑙托维奇头疼的，这级别不一样，这不一样在哪里？就是不一样在这里。嗯，就是一个三个人防你都好好啊，就一个人防你就不了解你的特点，对，记不了。现在有些球队呢，防胡尔克呢，他已经不怕了，因为知道你到最后会换到左脚了啊，就盯着你的啊，就是一个我防守的时候，右脚你单撑，你下地来给你下，哎，右脚射门。今天他那个进球是不是用左脚打进的？对。他右脚射门往往会偏多。阿瑙有一个最好的，他是左右脚平衡。不，他右脚没有，他右脚。但是他左右脚相对来说，比我们队里的胡尔克要平衡很多。比胡尔克是这个呢，我告诉你，看了就知道了，看了就知道了。我估计呢，就是说呢，我猜想呢，就基本上呢，会把他放到左路。他有两个位置可打，一个是打左锋，另外一个呢是突前前锋。他两个位置可打。那么现在呢，就是说上港呢，可以可能在前场呢，如果打703的话呢，就前场交给他们三个人。嗯，对，就交给他们三个人。就右边阿瑙在中间，中间那个浩克，奥斯卡，有可能胡尔克会跟阿瑙交换一下。啊，如果看打的对，这就可以打。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就两种打法嘛，上港不都不看，一个是能边能中的，一个就是703，一个就是4231。如果打4231的话呢，就像今天的这样的演变，把李胜龙或者李文俊呢放在最前面，然后呢，阿瑙打左边，胡尔克打右边，中间奥斯卡，中间左边，这个就强了，这个厉害的，这个厉害的，但是呢，这个会削弱防守，你大巴没有了，这个是。就是看佩雷拉怎么想平衡的啊，就是打哪个队，要看哪个队的问题，主场客场的问题，不同的对手，不同对手还是打弱打弱队，反正呢，不管哪个都打法呢，那个幽灵的始终在上面，只要1-0，对不起，不好意思，你来，你两种打法都脱不开穆里尼奥。其实到今天我们的队已经成熟了，今天我们对方两张红牌。而且我们已经就是3-0，我们就打得比较体能节约。其实下半场大部分时间今天是在防守，对，是在防守呀。有几次还你说我们攻不上，还打穿了，对，怎么可能？就是有几次今天是被他们打穿的，对的，对的。争一对一，幸好严俊林，严俊林也有两次被连续掉，有两次严俊林。其实他们那段时间是做的，他们应该是那个他们的那个熊大。那个时候跟他奥拉洛有跟他们教过他们这个，就是埃德尔和那个特肖两个人，就等于是轮番的，我先出一次，我再换一个人出一次，两个等于是连续这个突击的，一共得加起来10次。我们佩雷拉，我就是我刚才说的那套不管的，上港大部分时间1-0，全是退回来，对对对，这套你看不到公司对，所以这就是我们的风格，什么上港什么风格，就是什么实用防守主义。就不跟你多搞的，我一赢你一个我就开始退，但是等到被你扳平了我就冲出来，又冲出来再干你2-1了，我又退回来了，就这样。所以我们亚冠里面都是2-23-3嘛，对，就这样吧，丢一个追一个，丢一个追一个，是不是这个套路？对，就是这就是穆里尼奥火攻头头，又来了火攻头头，打我头抱着头，打我脸捂着脸，那今天嘛就陈哥，差不多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吧？因为今天比赛呢也没什么多聊的。比赛其实大家有什么问题？希望呢就是说其实呢我也觉得呢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别的问题了，对吧？我们拭目以待，阿瑙呢争取能够下周三呢能够登两个项，也不能说打首发吧，就是说15分钟，大家好好看看。另外呢就是呢有空的话呢把今天的直播三哥的直播呢回看一遍。把这些理论呢再吃透一点，看看到底是逻辑在哪里，都是有逻辑的。还有就是球迷很喜欢看攻势足球的，你要想一下，对不对？攻守平衡的问题，就是很多球迷，我们干嘛要被人家压着打？他们看不懂。
对对吧？很多我们那么强，奥斯卡、沃克，还有现在的这个局势，对我们来说不一定要。但是你想过吗？我们打过一次公司足球，输了，输给谁的？恒大。啊，对吧？有道理啊、哦。对不对？不要打了一次公司。今年就是发个就发个了恒大，然后结果这样子，主场输给恒大那场，就是我们就是打了公司球。所以说，再次强调这个风格一旦形成，就不要变来变去，这就是你的风格。赢也是这套，输也是这套，有道理。反正我就是这套。对。那可能我们接下去三连客，可能就又要用这个套路又来了。所谓的对啊，对吧？好吧，今天 啊回去以后啊回看一遍、啊、然后呢、啊、共产党宣言的读一下啊，不是已经有人说了已经回去要准备写入党申请了、啊、对对对，这就对了，这上岗正能量，未来大无穷啊，这就是我们节目的一个宗旨啊，今天不得了 啊如雪片一样飞来的入党申请书好，那差不多我们今天节目就啊就说到这里好吧，也不早了，一点多了 啊我们下一场那个主场。